尊敬的老法师，我们非常感恩您老人家。我记得在4年多前啊，在北京啊，我们拍摄《和谐拯救危机》第一集，那个是在小旭的家里。那么后来呢，又拍摄《和谐拯救危机》第二集，是在香港。那么这2期节目啊，在这些年在海内外，在世界各地啊，流通影响很大。啊，听说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官员啊，在反复的观看，很多人呢，因为看了这套节目啊，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很多的生活方式啊，改变了，也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得到了这个化解灾难的方法。像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跟着沾光啊。其实这2套节目呢，完全都是，仰仗您老人家的这个智慧和指导。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感恩您老人家。您老人家今年都85岁高龄了，而且每一天呢，还要讲经说法，至少2个小时以上，还要接见大量的这些政要或者是客人，在世界各地来奔波，为了世界和平。所以我们这次特别感恩。我们还特别感恩呢，马来西亚丹斯里夫妇，他们是大慈善家，这一次呢，提供了这么好的场所，在吉隆坡，传统文化中心的演播厅。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啊，历朝历代，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能够啊，解答、解救这个全国人民疑问啊，或者是灾难的这样的人呢，我们称为国师。那我想，就是能解救啊、解决啊全人类问题的，应该是人类之事，所以我们很多观众啊，特别感恩您老人家，也非常珍惜啊，这次机会。这个过去2次，我们也是随便谈谈啊。这个实在说了，拯救危机，我们真是不敢当啊，没有这个智慧，也没有这个能力。历朝历代，那确实，在中国，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现。这个原因要溯自古老的社会啊，中国从皇帝的时代，我们相信尧舜禹汤啊、孔子周公啊，都是佛菩萨再来的大圣大贤。这个问题，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好奇，向老师请教。我说他们是不是佛菩萨再来？老师笑着跟我说，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所以我们心里很清楚，在大乘经教里面，佛介绍得很清楚，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也，示现在十法界，不但在人间、天上、畜生、饿鬼、地狱，都有佛菩萨在那个地方现同类身，教化那一类的众生。所以佛没有一定的身相，也没有一定的教法，应机说教，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么这样的胸怀，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所谓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没有一念呢是为自己，念念都是为十法界苦难众生。我们讲十法界，讲到菩萨，讲到佛，那佛菩萨还有苦难吗？有，
十法界里面的佛没有见性，天台大师所说的相似即佛啊，因为他还是用的妄心，佛是用真心啊，真心我们无法想象啊，妄心跟我们用的是同一个心啊，他用的正，他为什么用的正呢？他依教修行，在经典上佛所说的他全做到了，全都落实了啊，所以他很像佛啊，在我们凡夫简直分辨不出来啊，就是那么一点点用的心不一样啊，所以佛菩萨慈悲，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是一人啊，我们不能不受感动，不能不佩服，不能不尊敬啊，所以世世代代有佛菩萨实现，那么在这个时代我们相信也不例外啊，不过这个时代呢实现比较上难，不是他难，是我们众生难，我们众生对他失掉信心，不能接受啊，所以难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很幸运在这个时代遇到佛法了，遇到好老师了啊，所以我们也是尊师命啊，老师让我们来教而不敢教，我们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能力，没开悟啊，老师说要不教佛法就断了，那这个问题摆在现前怎么办呢？老师教我一个方法，经难讲注解，学注解，不要超越这个注解的范围，那说错了是注的人说错了，我们没说错啊，这给我们开了一条道路啊，所以我们这一生不敢说讲经啊，我们是讲注解，讲注解都不敢说，实际上是自己学习注解，提出一点心得跟大众们在一起分享，是如此而已啊，所以这是我们自己也很清楚，自己也守住自己的本分啊，尽一点绵薄之力啊，这要谢谢大家的。最近呢听到一些报道，这个报道里面讲啊，有的官员现在有担心啊，好像世界各地啊都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不能搞个人崇拜啊，好像是这个让他们很害怕，让一些人害怕。对，那我作为一个记者，我有一个体会啊，请您老人家来判断一下啊，在我看起来啊，现在全世界全社会最近这几十年呢，一直在大搞个人崇拜。那什么意思呢？大家在崇拜谁呢？崇拜明星，崇拜这些啊，电影演员、歌星，就崇拜他们。他们说的那个话比父母管用啊，比领导人说话管用啊，而且是各个国家的电视台、媒体是吧，专门给他开辟这样的地方。提供大家来崇拜这些人，崇拜他们啊。那么很多人我们去问，知不知道领导人是谁？不知道。总理，你的市长、省长知不知道？不知道。说起明星来，那个他太清楚了，明星的什么他都很清楚啊。个人崇拜到了极点，明星要是不行的话，他能跳楼自杀呀？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啊。那我的这个问题就是，您老帮着给解答一下，这些官员他最害怕搞个人崇拜，说崇拜那些崇拜一些人的话，那我们说话他们就不听了。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今天正在世界各地包括媒体正在搞个人崇拜他们最担心的其实天天都在身边发生。我听到你这次谈话了，我觉得对我讲是新闻，我从来没听说过。
啊，这也许就是我平常不看电视，不接触媒体，连报章杂志啊，我都不看，啊，几十年了，至少有50年了，所以这些事情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向您老汇报啊，这些明星在世界各地啊，哎，各国家都有啊，歌星、影星教给大家什么呢？哎，怎么离婚，啊，怎么吃喝玩乐，啊，怎么找情人，怎么杀盗淫妄，教给这个，怎么享受，啊，教给大家这个，啊，所以现在年轻人都学这个呀。我们听到有的那个新闻讲。这就是社会沦落、动乱、堕落的第一个因素。啊，要想拯救社会，那得从这儿整起。啊，如果媒体在过去，我曾经说过，啊，我跟刘长乐也是老朋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他办公室，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的社会有2种人，可以救国家，也可以毁灭掉一个国家。他说哪2种人？我说第一种是国家领导人，第二种就是干你这行的媒体。人。哎，媒体，这个影响太大太大了啊！媒体的本身没有善恶，啊，它是个工具，像水，谁能载舟啊，也能覆舟，啊，这个里面所播出的内容，那对于整个社会是教训，你怎么教，啊，所以人是教的好的，也是教的坏的，看你怎么教法，这个力量是太大太大了，他把这个东西送到你家里来。所以，整个社会啊，受它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电影、电视、广播、网络这些内容，多半都是负面的，这个对于社会的伤害太大太大了，没有办法估计。你要问灾难怎么来的，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个样子，就是媒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你老知道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很多人，嗯，包括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这么认为，只要大家都这么做，他好像就是正确的。不错，大家都这样做是正确的，正确的毁灭，正确末日来临。啊，为什么他说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正确的？古圣先贤、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没有了，宗教的教育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媒体，你说这多可怕！啊，人起心动念，他起的什么念？动的什么念？我们就能够想象到，社会到今天，地球到现在这个灾难频繁，从哪来的？就从这来的。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切身的问题啊，就是一国百姓，他都要听领导人的，都要听官员的。对，那么现在这些官员的呢？我们看到啊，确实世界各地，他很多官员他听啊，明星的，哎，这个报纸杂志上这些明星怎么样呢？哎呀，这种杂志啊、报纸啊、广播电视啊、网络呀，据说很赚钱，啊，他们怎么样呢？教给别人刺激人欲望，而且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浓妆艳抹，哎，真的我们看到光怪陆离呀，哎，现在年轻人就学这个，啊。我们有个体会，如果这些人当了老师了，通过媒体再教出来的话，倒退20-30年，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女孩子穿得很暴露，走在街上，大家都看她，哎，我们跟这样人叫女流氓，现在管这个叫明星啊，
哎，我们大家的疑问是什么呢？难道随着时间的变化，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改变了吗？啊，这个标准是可以人能改变的吗？是过去我们错了吗？现在对了吗？是我们落伍了吗？所以大家有这个疑问，我们找不到标准，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答案，正确标准。对，在4500年前，中国尧舜那个时代，政治清明，领导人对人民生活照顾得非常周到，啊，丰衣足食，尧王就感到，在这个生活状况之下，如果没有教育，人跟禽兽就没有两样的，啊，所以这个政府正式设立教育这一个官员管教育的，从尧开始的，啊，在古书尚书里面都有记载，啊，以齐为司徒，齐是一个人的名字。啊，司徒就是管教育的，啊，司是管理，徒就是学生，是吧？司徒，啊，司徒是管教育的，啊，司徒上面是中宰，中宰就是宰相，所以宰相下面第一个办事的机构就是管教育，现在叫教育部，啊，那么这个制度建立之后，一直到满清，4500年，改朝换代呀，他都没有更动。就是、这，哎，这就说明中国古人对这个教育的重视。啊，这《三字经》上讲的很清楚啊。啊，那是一本了不起的，这说《国学概论》呢，这对小朋友讲的。《三字经》啊，对是啊，是《国学概论》呢，啊，它里面有经学，有史学，也有哲学，也有一般生活常识，很丰富啊，内容很丰富啊。很多专家学者看不起这个东西。哦，那个东西重要，看不起这个社会动乱呢，你家不和啊，你没有，你这个国家不会兴旺啊，啊，世世代代同盟鼻祖啊，做了几千年了，你今天不要，问题出来了，出来之后你解决不了啊，你要想解决问题还得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你才能解决问题啊。三字经上讲教育，教育第一个概念，他前面八句话了，是老祖宗啊，几千年来这个教育最高指导原则，三字经，对，前面的这个四句啊，这个我跟那个剑桥大学的汉学系的老教授麦大为老教授谈过啊，他是到我们汤池去住了4天，啊，去访问，非常满意。回国之后，在香港住了2天，正好我在香港讲经，啊，跟我谈了6个小时，啊，每一天3个小时，啊，2天6个小时，啊，他对于中国传统教育有认识，啊，那是很可尊敬的人。他那个时候希望我到剑桥。啊，到伦敦办一个书院，这个书院是隶属于剑桥大学的，那名字都想好了，叫大乘佛学。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很感激你啊，这个能看得起我，剑桥是全世界排名第3啊，这很难得。我说可是我不能去。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学校那个框架制度给了我，我没办法教学生。他说那你怎么个教法？我说我没有方法，老祖宗有方法。他耳朵就竖起来，他是汉学家了，老祖宗有方法。他老祖宗有什么方法？我说三字经念过吧，都会背呀，四书都会背呀，那我们不如他了啊。
或者三字经上前面八句，就是老祖宗世世代代对教育最高指导原则。啊，我解释给他听，我说办学办教育最高的理念就是这前面两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你得肯定所有一切人的本性本善。你搞教育你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你说佛搞教育，一生搞教育，佛的教育他也是这么一句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不跟人之初性本善一个意思吗？啊，那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习性不善，本性善，习性不善，啊，所以性相近，习相远，习什么？习惯了。这习惯是你不教他的话，跟本性就愈离愈远了。本性是善的，习性不善，到不善当家了，善没有了，灾难就来了，那个麻烦就大了，啊，所以才提出苟不教，性乃迁，那就是教育非常重要。啊，人的一生什么最重要？教育最重要。啊，教学这比什么都重要。中国人讲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那怎么个教法呢？教之道贵一传。哎，这一句话就把方法教出来。你们现在学校排的课程是交叉的，很多科目都要学习。啊，所以学的时候这头都学昏了，弥天大门，这脑子都学乱掉了。我说中国教学自古以来到满清末年民国初年都是这样，没有同时学两门功课的，那都是学一门，这是感到很惊讶。啊，然后就给他解释，我说中国教学的目的就是前面所讲的，如何能将一个人从不善的习性回归到本善，教育成功了。那如果像您老所说，一开始就不让他受这个污染啊，对，让他保持终生啊，没错，没错，也就不需要那个恢复啊，由坏恶人再变成好人的过程啊，不，那他没有办法不不然呢、啊，他没有办法不接触社会呀、啊。现在是，他一定要接触，古人也是要接触啊，他也是接触啊。啊，接触就有不善的这个染污啊，我们叫染污啊。有没有这样一种社会啊？这里边没有任何污染，这极乐世界，除极乐世界之外，恐怕都找不到。在人间呢，嗯，在世界各个国家，嗯，五千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嗯，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过接近于这样的一个社会？有，大同之治，中国礼运大同篇呢，不是理想啊。做到了，实现过吗？有，尧、舜、禹，做到了，接近于极乐世界啊！对，那真做到了。人于是齐以后，王齐以后，齐是禹的儿子嘛？王齐以后就是家天下了嘛？那就大同就再没有了。那这小康，夏商周三代是小康啊！你读《礼记》，你就晓得。小康啊，那现在我们距离小康都非常非常遥远了，哎，所以靠教育，你教育丢掉，什么的问题都出来了，你没法子解决，啊，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可以说，对于教育的智慧，啊，教育的智慧，教育的方法，教育的经验，教育的成果。在全世界都是一流的，找不到能够跟他相比的。啊，中国几千年来，外国人看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长治久安，怎么来的？教来的。所以人是教得好的，哎，就怕你不教。我们在汤池做了实验，啊，三四个月就把人教好了，我们可非常惊讶，证实两桩事情：第一个，证实了。人性本善，第二个证明了人是教得好的，啊，你就是没教啊，都恢复那个人性。对对对呀，对呀，人还是喜欢善呢，还是喜欢好的，
那现在没东西学了，没看到啊，也没听到啊，这不知不觉学坏了，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坏，他并不晓得，不知不觉就变成坏人。对对对，习性，所以习性很可怕。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啊，是大家不知道这是坏啊。对，没错，就好的不但没看到，听都不听不到了，没人讲了。啊，你说我们这变坏的，变坏人变坏的时候，在中国人变成这个样子，至少是200年吧。啊，前面100年舒服了，还有人讲，但是有人讲做不到了，啊，讲古人的东西自己做不到，啊，所以说伪君子啊，伪君子啊，对，最后这个100年呢，就满清亡国之后到现在这100年呢，讲的人都没有了。说都不说了，那没人说了，所以没有听都没听到啊，就感到对传统文化太陌生了，陌生，嗯，陌生了，所以陌生，这陌生的程度还不如外国人。很多外国人我接触的懂得比中国人多，这个现象叫人感叹。那您老说4500多年，5000年的历史，对，100年就能忘光了，啊，对，200年，200年，哎，100年疏忽。对，就忘光了，就没了，就没有了。哎，但是那个根在，根在。如果根要不在，我们这个实验办这个《弟子规》的教学，3-4个月，人民心就转变过来了。您老说那根还在，那根是什么呢？这个根就是一些这个我们民族的一个底蕴，文化的底蕴。历史传统啊，对，啊，这种好善好德，啊，你只一唤醒，啊，你比如我们很明显的这个一个例子，这他们老师告诉我的，一个计程车司机，啊，捡到一个皮包，啊，里面有7万块钱，还有一些资料，啊，他开的车找到那个人主人就送回去了，人家感到很惊讶。啊，现在社会还有这样好人，他就给这个老板说，他说我们是受这个中心啊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们才知道人应该要这样做人，啊，不应该啊，这个窃取别人的财物，我们会送给你，不但是我送给你，我们这个小镇所有的司机遇到都会送给你，他感到非常惊讶。拿了2万块钱去谢谢他，不要拒绝，但这是我们本分，你给钱给的不应该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中心的教育啊，对，他不知道接司机跟社会上啊一样的，是他自己讲的很清楚，他如果我们在没有接受中心教育之前呢，恐怕就不会还给你了。这一个中心呢，你啊，对，是啊是啊，他是在一个小镇，啊，对，不错，48000人，啊，对，48000人，是口传神教的，对对对对对。那如果要是用电视、啊、报纸、杂志、网络，那个效果就大了，对全国全世界。对，所以我从那一个经验我就有一点信心，如果说是媒体国家的这个电视台要播放这个消息，天天来播放的话，中国顶多一年社会就安定了，人心就平了。您老人家在这个和谐拯救危机头2集里啊，多次说过这个话，很多人不相信的。1年，很多人跟我们讲，也是采访记者，怎么可能的？1年就能教得好？人心本善，原因就在此地。人心本善，不善不是人心，天生的吗？天生的。如跟佛都讲信德了，这是自信本有的。我们中国老祖宗提出来，无论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这个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信德，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啊！人人都欢喜，没有一个会反对的啊，不可能的。哎，无常，常是永恒不能变的，
才叫长啊。这是五个德：仁、义、礼、智、信。啊，再扩充，四维八德，啊，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仁爱和平。中国几千年传统就这几个词。你看看四书五经，不离开它的范围，乃至于乾隆编的《四库全书》，你篇篇文章去看，都离不开这四个科目。所以这是个总纲领啊，中国传统文化就这点东西啊。您老知道，现在很多人呢，看到墙上挂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很多人说这跟我没关系。但是听了您老这话，大家听明白了，说他迷了。所以这些佛法讲啊，迷与觉悟啊，啊，悟了你就是圣贤，你就是佛菩萨；迷了你就叫凡夫，就这个意思。那您老所讲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对，是每一个人，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将来的，对，都一样，生来都带来的。对，不错，连禽兽都有啊！你细心去观察，乌鸦反哺。哎，我看到一只小鸟，在澳洲，就在我院子里头死了，一只小鸟死了。死的时候，我们就给它埋在那个院子那个花盆的旁边，埋在那个地方。另外一只鸟大概是它配偶，就在那个地方转，三天不离开。那是什么？那表示什么？啊，我们相信一定是它的配偶，它亲人。对呀，那是禽兽啊，它有没有孝悌忠信？有啊。没有人教过它啊？没，那没人教过它了。天生啊？对，是啊。啊，你说有我们这个是在澳洲十年，我们给些鸟兽交了朋友，啊，给些小虫交了朋友，啊，我们有很大的菜园，那虫吃菜呀，啊，我们就跟他对话，我们称他菩萨，啊，小虫菩萨，啊，我们来商量一下协定，啊，我们生活在一起，啊，互助合作。啊，共存共荣。我说我们这个菜园划一个区域给你，你们都到那边去吃，那边菜我们一样用心照顾啊，好好栽培，你们到那边吃啊。那没有指定的时候，你一定要留给我们，守信用啊，孝悌忠信的信、啊。对，他真的是啊，他守信用啊，他就不过来。你去看那边吃小虫，吃小动物一个个的，这边完完整整。他留给我们，我们没有化肥，没有农药。那也就是说，这些禽兽啊，他们不但是同类之间的、讲孝悌忠信，他对异类，那我们人是异类，他也讲。那我们现在人不如畜，不如畜生。你看，我们种了30多种果木树，啊，院子大嘛，啊，指定几棵树专门供给鸟吃的。没有指定的他就不会吃，所以我们也不要用农夫什么包材包装上都不需要，那个麻烦嘛，完全是让它自然长大的。哎，鸟它就不吃，你说我们相处得好，我们爱它，它爱护我们啊，绝对没有伤害啊，而且的时候我们对它真诚恭敬，它能感受到啊。禽兽都能叫得好啊。那么向您老汇报，我们在云南，这是我做记者我亲眼所见，云南有个朱总，他种了呀几百亩的梨树，我去参观，我还拍了这个画面。这一边呢，就像您老所说的，按照您的教导，他是我教他的，是我教他的，按照您的教导，这边给虫子吃，吃得一干二净，这边是人吃的，一点不动，对，中间就隔着2-3米，对，太神奇了。对，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人是不是对动物、对自己、对一切的众生的那个本性啊，现在太不了解了？没错，完全迷失自信，迷失的程度比小虫小鸟还要深，麻烦在此地。所以他们好教，跟他们做朋友的是真是。真正是好朋友。
那么我们翻开佛经来看呢、嗯、您老也常讲宇宙人生的真相是六道轮回，对，这是一个，对，那么比人要低的是畜生道、嗯、对，而现在的现实呢是人的灵性、嗯、人的觉悟、嗯、啊，人的这种自信泯灭的程度啊，对，对，远远要低于畜生禽兽，不错，禽兽不如，不但低于畜生还低于恶鬼，那些恶鬼道的众生很苦，对，是啊，所以现在我们其实连恶鬼道都不如。那么请教您老的问题啊，现在人如果不如禽兽，对，人不如鬼，那这个世界这个人间呢、嗯、那我相信世界各地的观众都想请教您、嗯、那会是什么结果？这个就是世界末日啊，那个2012演的那是一个信号，那个不是好玩的，那是事实真相，那很可怕啊！灾难真的要爆发，比那个还严重。不是无缘无故啊、哦！不是，不是，不是，哪有无缘无故的？我看了这个电影，我是几十年没看过电影。去年在这个，在这个这前年了，在台湾治牙周病啊，在那边住了几个月。这个好播放这个电影，全世界联播，啊，这个佛友20-30个人买了票陪到我一起去看，看完之后我出来就告诉大家，我说这是上天给我们的预兆。那也就是说，上天的预兆它通过各种手段。没错，我们在古代读史书啊，发现用民谣啊，对，那这个小孩唱的歌谣，对对对，哎，他能预示将来。不错不错。哎，还有的时候啊，是其他地方出现一些情况，现在是美国出个电影。不错，不是偶然的，尤其全球联播，绝对不是偶然。嗯，然后我继续，他们又给我找到4种不同的纪录片。讨论这个问题，这个4种纪录片非常精彩，那个比那个电影精彩多了，啊，不少科学家、预言家、宗教家都在参与讨论这个问题。那看来就不是电影这么简单。哦，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简单。所以现在灾难很多，有很多灾难现在媒体都不报了，怕影响人心。你老刚才讲那么一个片子、啊、让一般人看了之后都很害怕，街头巷议大家都在议论、嗯、对，而真实的灾难有可能比那个还要厉害。对，灾难可以化解，这么重的灾难还可以化解？可以化解。为什么？灾难是你人心所感的，你的心态一转变，问题就能解决啊！所以宗教的祈祷，科学家证明集体的意识会产生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能改变世界。心的力量，对，意念的力量，意念力量啊，就是一个善念，纯净纯善的这个念头力量很大。哎、因为灾难是不善念头感得的感应。感应，对，感应的啊，你比如说江本做这个水实验，你知道这个事情是，哎，同样道理嘛，山河大地它都是矿物嘛，都它都会看，你不要看瞧不起这大地啊，我们坐在此地这些家具啊，这些地板啊，这些墙壁，这都是物质啊，它都会看，都会听，都懂得人的意思。见闻觉知，那见闻觉知它都有，啊，我们现在叫它叫受想行识，它有感受，受想行识，对啊，啊，对，它也会回应你，它回应你，你善，它回应你是善，你不善，它回应你也是不善，所以自作自受啊。那我们举个例子啊，观众可能会问，比如说。在佛经里面讲，嗯，说如果人间呢，嗯，能宣讲《华严经》，就是您老现在正在讲啊，一直都在讲的啊，那么这个国家有种种的好处啊，嗯，对，
是不是可以按照您老说的这个原理？是这个原理。那么像这些桌椅板凳，对啊，山河大地，对啊，他们有见闻觉知受想行识，对，听到了这么美好的佛经，不错，最善的，对啊，这些信息，对和能量，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啊，有变化，肯定有变化。他的变化就是像《地藏经》上讲，坚牢大地，坚牢地神，他就坚固，不会松散了，安全啊，就凝结了啊，所以这个地球上这些灾变的事情越来越少了啊，真的是风调雨顺的 啊无故风灯的，他以善的来仇报你啊，啊，你要不善的话，他就一片散沙松散了，什么都坏掉了。那我们请教您老，比如说这个梨子或者苹果，对，它也有它的本性吧？啊，有。哎，比如说苹果，古今中外都是一个味儿，那个可能就是它的本性。对，现在大家吃什么没什么味儿，是吧？没错，就是它也是自性被扭曲了。啊，不错。那么您老讲《华严经》也好，大家人心都善了也好，对，都是孝悌忠信，对，是吧？对，这个伦理道德都是这种波动的话，对，像您老所讲，嗯，那这些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山河大地都恢复，通通都恢复，都恢复，就是恢复正常了，恢复正常，不错呀，恢复正常就是最健康的，哎，所以说，佛家讲的一句话很重要，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讲的太好了，啊，极乐世界是心想生。纯净纯善的心想，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也心想生啊，是集一切恶业的之极了，这就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贪嗔痴慢到了极点，到极点了。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想啊，你里面是贪嗔痴慢疑啊，对圣教好的东西你怀疑，你不相信，怀疑，那这个麻烦大了，是不是啊，那么你这个内里面的缘啊，怨恨恼怒烦是里头的缘，外面呢是财色名食睡，这三个一集合，那就是严重的恶业，恶业所感的是三途果报，三途啊，畜生、恶鬼、地狱，你感这个果报，这非常非常可怕。按照刚才您老所讲，人在堕落，嗯啊，不如畜生禽兽啊，对，不如恶鬼，不错，下边可就是地狱了啊，对，地狱我们也有接触，比较少，有接触到，啊，也是地狱里面众生附体，那地狱出来很困难的，那个附体出来的时候，表演给我们看的，那是增长我们信心。太痛苦了，哎，对，告诉你，真有这种事情。我们翻开《地藏经》看，那个地狱里太可怕了。对，那按照您平时您老所讲，人间如果要是都堕落的话，也有人间地狱，是吧？现在人间跟地狱差不多，痛苦的人太对啊，跟轨道跟地狱差不多啊。所以现在人，你细心去观察，人不如禽兽。禽兽多逍遥，多自在啊！哪有那么多烦恼啊？他不会造重业，他要杀只是一对一的杀了。啊，不像人呐、啊，人现在一颗核武的时候能杀几百万人。现在人为了赚钱呐、啊，嗯，那个奶粉也好，很多吃的东西里头有毒啊。没错，哎，这个东西你要晓得，他不懂因果，他不相信因果。相信因果不敢做，啊，为什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这个食品里面、药物里头要掺杂的时候，毒的东西在里面，叫谋财害命呢、啊。哎，他说我钱赚到手了。啊，钱赚到手是，你将来死了之后是，你到地狱去了，你又欠人命，你又欠人家钱。从地狱里出来还要再还、要还要还，还得还命，那太不划算了。是他还，所以你了解这个，何必干这个？
宁愿饿死，我也不干这个事情啊！就伤天害理啊！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做？人敢干这些事情，都是不读书之过。就是我们把圣贤教育丢掉了。这个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啊，它的最核心的是儒释道。那么我们在听到您老人家的经教的时候，非常受教育和启发。我们发现呢，儒家所讲的孝悌忠信啊，这应该是人间最低的做人的标准，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嗯，然后是道家的，嗯啊，这个感应篇，嗯，我们发现呢，真的是有啊，有天神啊，有灶王爷，是经典里所讲的，都不会骗我们。对，再高一级的标准呢，宇宙人生的真相呢，是善业道。六道轮回，对，哎，这是整个宇宙人生啊，这个善恶是非美丑的，嗯、啊，趋吉避凶的一个标准。对，对，但是像您老刚才所讲，200多年啊，大家舒服了。嗯，现在比如说像我们，嗯、啊，礼请您老人家，给您老顶礼磕头，在古代不要太久吧，好像解放前这也挺正常，就是60年前这都是挺正常的。对，那给老人那是太正常了，没错，自己还增福增寿，没错啊。现在我们给这个不要说这个一般人，给老人家鞠个躬、嗯、啊，磕个头，人家看得很奇怪呀。对，但是要给那个歌星一说不行了，哎，听到哪个歌星结婚了，那个人跳楼自杀，他认为是正常的了，通通混乱颠倒了。那么刚才您老引用了啊最重要一部经典，就三字经啊，您老讲头一句话，您老讲的是真理。对，人之初性本善。嗯，我们就要请教您老一个问题。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啊，就是把一个黑社会老大恶人啊，把一个骗子啊，这样两个人啊，还有一个大慈善家啊，一个好医生，这么四个人，两个好人，两个坏人，把他们小的时候的照片，婴儿时的照片呢，放在桌子上。哎，我们提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哪个人将来是大善人，哪个人将来啊，他是被枪毙的恶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找出来，说这个孩子将来他就是恶人，都找不出来。那么大家就要问这个问题啊，嗯，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应该是平等的吧？对对。那他最后为什么变得这么不平等呢？嗯，而且现在是全世界都这样。对，这个就是后天的教育。中国人讲一句话，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就是他周边的环境影响了他。这就是习性啊，周边环境善，那就是啊。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选择居住地方？环境，环境啊，啊，一定要选好的环境啊。你小孩就学好了，你学的不好的环境的时候，小孩就学坏了。这一定的道理啊。但是今天是今天整个社会是个大染缸，好的东西好像没地方去学了，无论走到哪个地方都是违背心态的，这个事情就严重了啊。所以我们就想到，再想到古代的我这个汤池做的这个实验之后，就想到陈塘。陈塘距离我们3800年啊，周文王距离我们3200年啊，汤以70里而望天下，周以100里而望天下。那个时候的里比现在小。弘一大师有周池考啊，他哎，周池考，他是周朝的池啊，哎，一池大概现在我们的6寸。啊，所以他的里也就小了，是啊，那个百里可能现在的40里的样子，小哎，就那么大个小圈，所以你要晓得，在周时候中国没统一啊，是，
整个这一片大地上是部落民族啊，所以叫侯国嘛，诸侯嘛，那小的诸侯二三十里，不就是一个村庄吗？小村庄。那是大国百里，百里是大国了，不到一个县的，就现在跟乡镇一样啊，所以他并没有统一。那人家称你天子，称你王，跟那以后皇帝不一样啊。那他怎么王？他是尊称呢，他尊称你啊，就是你的政治办理，你治理的太好了，治理的有秩序，都大家都跟你学啊，都尊称你啊。那很像是老师吧？对，是这样。所以他治的这个地区就叫京师。哦。京师它并不是首都啊。哦。这京就是这个都市，赞叹这个都市好的意思啊。师就是示范。榜样，我们大家都跟你学，就是这么个道理呀。所以这个示范点你说多重要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就迫切需要示范点，有示范点，大家相信了，不怀疑了。你没有这个点的话，你把古圣先贤这套东西讲出来，人家不相信啊。我那个汤池是被逼出来的，在联合国做报告的时候，他们听了之后都欢喜，但是都说这是理想，这个不做不到啊，这个事情可挺麻烦了，所以逼着我们一定要做个实验点，不做实验点没人相信，就是榜样，对，看到，所以我们这个点做实验做成功之后，你看这不是人力，祖宗加持，三宝威神啊，我们每一个老师不敢自居，我们有功啊，真的什么人都做不到，那祖宗加持的。那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这个先祖在天之灵啊，在天之灵，那不是说说的啊，不是说说不是，那真的，真的，你看，做成功之后，我们就想怎么样进入联合国，这个问题可严重，那联合国我们怎么能随便进得去的？没想到两个月之后，联合国来找我们，那这不是祖宗的安排的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呀！所以在联合国巴黎教科文总部我们做了8个小时报告，就是我们做这个实验的这报告做成功了又做了3天展览。在联合国讲8个小时讲8个小时，就这一个题目讲8个小时，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联合国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是那么这再就邀请新加坡的9个宗教在联合国大会堂做世界和平祈祷，也是头一次。宗教各界人士在台联合国大台上来做这个表演，做祈祷表演。秘书长看到了吗？没有看到了。他是什么反应啊？他也呆了。原先约定的时候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法啊，各个都不答应我们这个项目啊。结果我们坚持啊，坚持到最后的时候，我说：“那你联合国搞世界和平是假的，你不是真的。那我们真的搞和平的时候，你拒绝吗？那不是假的吗？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就很生气了，我说我退出不干了，他们就慌了，那一切筹备工作的那就麻烦大了，所以到第4天打电话给我答应，告诉我们，祈祷可上台祈祷可以，时间只有5分钟，不要超过5分钟，还有一个条件，秘书长。”没进来，不能在场。对，秘书长还没进来的时候啊，那不得已没法，我不答应的话，这个项目就没有，就不会被取消的。全世界对宗教误会误会太深了，所以我说好，我答应他答应他账号，这些9个宗教上台，很有秩序，在台上站一排，手牵手，秘书长就进来了进来是坐在我旁边，日本人坐在我旁边，他看到又看的时候，看到最后的时候，这些宗教怎么这么和睦？他又不吵架，又不争论，是吧？感到很惊讶。我看到这个气氛还不错，秘书长这个表情很善的时候，我就通知他们集体祷告完了之后。个别祷告，每一个宗教
大概5分钟到10分钟。现场您老对现场定的啊，对现场啊，我们就预先都就知道，去看情形嘛，见机行事嘛。是啊，所以这个一下子的时候，大概站了差不多有40-50分钟。哦哟啊，于是人感到欢喜，非常欢喜，没有想到宗教这么好啊，这不是他们想象当中，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办完之后。教库文组织就正式成立一个宗教办公室，以前没有，从来没有啊，以前没有。50分钟啊，对啊，他怕宗教也能对啊，是啊，也能。这3天这个会议啊，还有4天会议下来之后，秘书长非常赞叹，他说教库文组织成立60周年，从来没有像这次的会议秩序这么好，内容这么丰富。他很感动，所以你就相信人性本善，人是可以教得好的，你不教了就没法子了，但是教什么？教人先教自己，你自己教人去做，你自己做不到，人家不相信。我们搞汤池这个经验，我就想到过去曾经有人做过，陶行知干过，好像梁漱溟也干过，对，是不是啊？但是都失败了，是。所以我们就想到他为什么失败，要把原因找出来，否则的话我们也要搞失败了，是。啊，所以我那时想的时候，肯定他们办的时候是叫别人做，自己没做。哦。还有什么叫年轻人做？年轻人叫他学，年轻人看到这个社会上大人都不干，他怎么肯干？在学校叫学生做，老师没做到。学生不相信，所以我们就采取一个方法，让小镇居民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我们大家一起学，这搞成功了。而且老师们自己先做到，那自己先做到，这2点至关重要。啊，对啊，所以很快，你看，3个月多一点，不到4个月就搞成功了。这就是人性本善。这就是性德，自信里头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并不是喜欢这些肮脏东西，违背自己不是喜欢这些，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自己自信都已经没有了，不但没有看到的时候，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了。那您老所讲，比如说4000-5000年前，周王朝的时候，对，也不是说通过宣传让那些周边国家来，对，不是，它是自动来，不是它那个时候哪有宣传工具，自动就来，对，自动来的。你说邻国附近周围，几个国几个小国，那就小村庄嘛，通通来到你这跟你学习，那后头人又看到了，一下就有50-60个国家了，周边的50-60个，在一。那个时候的小国的时候800多，那也就是说不但是周这个国家呀、对，它和谐了啊，和谐天下啊，对，不错，天下和谐了，和谐世界和谐世界能实现了。所以你看那个历史上记载，这个周武王的时候已经是3分天下有其2了，哦，那就讲整个从长江流域到这个黄河流域这一带时候800多个诸侯啊，你看三分之二都遵从这个周，1/3那是商纣王，周，对对是、啊。那也就是说，《弟子规》里讲的这句话，是夫人信不仁、没错没错，礼夫人防无言，不错，他还自动的，自动都是自动的，都自动。所以你看是这个主动向周朝这个学习啊，周的制度，周公定。周礼这都留下来了，非常可惜啊，周幽王完全不遵从祖宗教训，就是800年之后，对，800年之后如果他要是世世代代都遵守老祖宗的教训，我们的老师方东美先生讲，现在还是周朝，真的不是假的。您老说到这儿啊，有一段近代史上的一个史料，我们在看书的时候读到过，当时呢，这个民主人士黄炎培，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历朝历代
有一个圆周率，什么圆周率呢？哎，这个王朝建立起来了，哎，没多久就被推翻了，然后又建立又推翻，它像是一个圆周率一样，对对，哎，周而复始，周而复始，不错不错，这个东西没有变的，这是人为的，只要坚持教育，问题就永远不会变，啊，世世代代要坚持教育。你看周朝，都是武王才真正建国的，啊，文王是小诸侯，啊，称天子称王的时候是周武王，周武王才灭了这殷周，啊，他死得早，死的时候儿子10岁，成王10岁，啊。成王也了不起，成康之治啊，这是周朝非常有名的，是公认的。那么这个小孩，这是下一代的皇帝，啊，给他选3个老师教他，啊，这三个老师就是三太呀，太师、太保、太傅，这三师啊。太保是教他健康保健，就是身体，身心健康，这是太保负责的。太保是少公，是他的小叔叔，武王的小弟。啊，太傅呢，周公，周公是也他的叔叔，哎，是武王的二弟，哎，他们兄弟三个。都是圣人的，太傅是叫伦理道德，他负责这个德行，太师姜太公，姜太公负责教什么？教他一些知识方法，就是将来这个执政的时候怎样治理这个国家啊，教这些东西啊，就是智慧方法经验，教这些东西。三思啊，你看从小就要培养这么好的老师，但是一流的老师啊，圣人呐，三个圣人教，他底下这些大臣子弟选拔优秀的陪读，那陪到太子一下都陪读啊，那就是底下一个朝廷啊，就是接班人呐、啊、接班人这样用心培养出来，他要是遵守老师的教导啊，不越轨，好皇帝啊，世世代代的，他怎么会亡国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人民有福了。那人民有福了，啊！所以周家享国的时候，有800多年了。有原因。那对是啊。教育抓得最好。啊、这三个老师，是跟他是师徒的是这个是身份，还有三个少师，啊、少师、啊、少师、少保、少傅，是那什么？那叫教练。教练，陪到这个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要在生活当中啊，要把老师所教的统统落实，要做到，不落实不行，不落实不行，啊，这三个这个少师、少保、少傅啊，那他们的级别用现在话就是正部级的，三师那是皇上的顾问了，那就了。对呀，那顾问了。你说国家这么样好的，第一最优秀的这些老师啊，真的有学问、有知识，而且他真有功、真有经验，来辅导底下这个小朝廷。你说将来他继承，他不会变坏啊。所以周家是世世代代，中国历代时候都遵守这个方法。你看哪一朝没有三公呢？三公就是三师，对吧？太保啊，那对是啊，随便您的话，太保啊，就是保护他身体、生命的健康长寿，被夭折了，对，那国家就麻烦了。不错，第二个是啊，教给他原理的啊，对啊，就是您老所讲啊，这些经典方面的啊，对啊。第三个是教给他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啊，伦理道德啊，哎，第三个是经验和方法，那对不错，哎，那是治国平天下的智慧方法。我们翻看这个唐六典，就唐朝的，对他的国家的那对不错典章制度，对不错唐朝对，
头一个排在头一个的就是三十。对，这是好几千年，不是几千年都没有改变，到清朝还是这样的。清朝还是对，还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制度好啊。如果这制度像您老所说，如果它要是不好的话，我们那么聪明的古人，对，应该会把它淘汰了。对，不错。所以很多人问我赞成帝制还皇上还是赞成民主，我老实回话，我赞成皇上。你看人家那个培养底下一代的不一样啊，啊，现在换政党也可以，政党要学习啊传统的这个，啊，政的党校里头也要立三公啊，是不是？你能够培养底下一半的，你比如党如果真的选拔党员。党员说一定要用孝悌。你看中国从汉武帝一直到满清末年，选拔国家的这个国籍，这个人才的时候，都是用孝廉。孝廉对，举孝廉呢，啊，选举啊，这个选举不是民间选举，官员啊，你不是当县市长，你政绩的第一条替国家选拔人才。哎，所以从前私房啊，以前没照片啊，人穿换上便服，不穿官服，人家不认识、啊。微服私啊，微服私房啊，仿什么呢？哪一家有孝子？啊，人要能孝顺父母，他就能忠于国家。哎，廉洁就不贪污，你做官就两个条件。最基本的条件啊，最基本上就这两条，要是没有的话呢？啊，没有不能选的、啊。那您知道现在全世界选官员都不是按照啊？对对，是是是是，是民主他就不要这个了。那从前君主他就用这个选了，那几千年来就是举孝廉了。那话说回来了，选的这些官员基本的条件呢，就是孝、啊。对，那么孝的话是人性啊。对，是人性。也就是说，他选拔的制度是符合人性。没错，廉也是人性啊。孝悌，对对对对对，礼义廉耻，这都是人性啊，都是人的本性啊。表现出来是廉洁，对是啊。那如果他生活再清苦，他并不羡慕啊，不改其志，不改其志啊，那快乐啊。啊，如果用投机学，用不正当手段的时候，他良心受责备啊。那我们他生活痛苦啊。那我们这么多国家选官员的标准，那已经错了很多年了，错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这错了一百年了。那这个混乱就是有原因啊，没有原因怎么会没有原因呢？那么有人就会问您老、啊、说这个亘古以来 啊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标准、啊、就不能改吗？不能改。为什么？这是真理。古人没有为自己私心做的定的这些典章制度啊，他们起心动念是看整个天下，看千年万世啊，不与自己不相干，这叫圣人呢。那您知道现在总统他就想四年啊？不错，哎，四年的时候他竞选的时候他费了多少力气，花了多少钱，四年自从他捞回来啊，还要加上利息啊，老百姓苦了。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要想正常的运转，嗯，达到天下和谐，对社会和谐，哎，这国家机器它的这个运转呢，要正常的话，对官员的标准对最重要，制度在其次，制度并不重要，人真是好人，不好的制度也做了好事，人要不是好人，再严密的制度照样干坏事。所以古人有两句话讲得很好，他说罚就是宪法了，就是制度了，罚治之端也，治国之端呢，人法之源也，根源，哎，对了，根源是人啊，罚得其仁则存啊，得圣人贤人君子，这法就产生效果了，不得其仁则亡，人存正矩，对，人亡正息。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的这些皇帝他求的什么？求人。
他把人摆在第一。那么也就是说，人存正举，人亡正息，这个人呢是因啊，对啊，对，后边呢这个国家的兴衰是果，对，没错。改变的方法就是靠教育啊，对，你他妈教育搞起来的时候就立刻就恢复了啊。所以今天这个社会的动乱，这大家是知道的，原因我们也晓得了啊，不是用任何改革的方法能够收效的，只有把教育办好，把人性找回来，问题就解决了。那么现在啊，我们做过实验，去问大学的七八十岁老专家、老教授、老学者，请问三字经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什么意思？他说这就是人性善的这个理论啊，他说人性好。那么我们请教您老啊，这个善这个字是好坏的意思吗？善不是好坏的意思，好坏是相对的，好坏是相对的，好坏是相对的，对，自信里头没有对立的，没有相对，也没有对立。那这句话是就是人之初，就是人来到这个世界、对，他的人性本来就没有对立、本来没有对立。那善这个字是什么、善这个字，善这个字叫做美好到非常完美，没有一丝毫欠缺，有对立就不善了，所有矛盾都是从对立产生的。哦，所以就不会用善这个字、不会用、有对立就对立。对对 对，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是个赞叹的意思、对，不错，是个赞叹。那我们平时老说善哉善哉、就是好、没错、没错、这个、没错，这不是好坏的好、不是好，赞叹的意思、对对对，不错不错。所以那讲的极限呢，没有别的字能够形容它啊，自信是完美的。所以这个善展开来就是包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就是善。就是他这个人呢，他保存了他的人性，没错没错。他对父母啊就是无条件的孝顺，对对 对，不错。对兄弟呢就是有爱，对，夫妇有别，不错，君臣有义，不错，朋友讲信用，对，所有这些词不同，不错，都是一个本性的作用。你说我们今天对一些小虫，对一些小鸟，不就是一个善字，这是自信吗？那陈泽林吗？我们真感激他了，真的用真诚心跟他沟通啊。没有看到是哦，我是人，你是动物，我比你高，没这种念头。没有对。有这个念头的话，就不会有感应。他知道啊，他不是不知道啊。所以你想，矿物都知道，是吧？矿物。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那何况这些小动物，那灵性更高啊。那么有观众就问这个问题啊，他怎么会知道呢？这个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我们认知不到，为什么呢？自信本能啊，这个在佛家讲，自信里头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自己的性德不生不灭，他天生就是、天生就是这样的。那有人就问，这是不是释迦牟尼佛他独家之说、不是不是发明创造、不是不是，现在科学证明了，现在量子力学证明了。那姜文博士这个实验，这不是佛家做的、他不相信啊，对，是啊，对，姜文做实验的时候对佛教不相信啊，任何宗教不相信，现在相信了，对，是啊，佛法说的一样，对，他害怕，他说怕接触宗教之后人家说他是迷信，他搞科学的嘛，他要跟宗教这个界限划清楚嘛，所以我看到这个报告之后我就找他嘛，我邀请他到澳洲做了三次讲演，那时候我还不在澳洲，我们家里这个人接待他，接待礼遇都不错，他很满意，所以以后我到东京开会的时候我就顺便去看他啊，参观他的实验室，我告诉他，你这个实验东西啊，佛经上早就讲得很清楚了，而且你实验才实验的一点点。我说佛讲的说，这个物质现象，它的反应有色、声、香、味，你现在才看到一个色，香没闻到，还有气味，对，还有音声，妙音你也没听，没可能，还有声音，对对对，我说你还有三个还没有实验出来。
你得好好努力。他只看到了一个色，那就是那个形象。对对对对对，嗯，对，哎哎，而且的时候，确实他证明了，这个呢，在佛经上，再小的物质，物质跟精神呢，就跟这个见闻觉知啊、受想行识啊，永远分不开的。精神和物质，我永远它是一体。他没办法分开，跟我们学的这哲学完全是这不一样。对，我们讲物质是第一性的。对，哎，你说这个业力尘沙，你把它这个杂碎啊，现在讲把它分成原子、分成电子、分成粒子、分成夸克，现在这个量子学它分为量子，量子也叫小光子，大概是不能再分了。分的看到这个东西里面。里头有受想行识，所以我们才真正的在大乘经里面明白了五蕴皆空。但五蕴嘛，色受想行识嘛。那为什么是色受想行识？就是性德，它永远是凝结在一起的。哦，不可分。五个哎，一界是五，五界是一，永远不能分。然后我们就体会到，整个宇宙是有机体，是都活的，活的，哎，所以它才有感应。我们起心动念，整个宇宙都知道。那您老说我们在这说话，桌椅板啊，对对，通通都知道，没错，一清二楚，对对，一清二楚。我们说好话，对对，符合人性，对对，不错不错，太欢喜，太欢喜，他的结晶，对对对，不错，大地坚固，啊，对，不错。我们是一个卧念，在起心卧念，在想干坏事的时候，他们就离散了。我们看到江本博士的那个水实验啊，不错，已经很丑啊，对对，很丑了，不错不错。那您知道现在全世界天天啊，没错没错，是啊，对，网络，啊，不错，是都在播这些，都在这，是的，违背性的，违背性的啊，杀盗淫妄的这些信息，天天在播，不错，所以他社会动乱啊，感得整个地球的灾难。最近的这个新闻呢，在网上我们看到很多报道，它是全世界的，嗯，很多国家，不错，这个地面呢，嗯，突然之间就漏下去了，嗯，那就沉下去了，嗯，专家找不出来什么原因，对，佛法按照您老所讲，那这松了，软了，松了。我们还听说有一家人呢，老夫妇，嗯，哎，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人家一推门的房子，嗯，漏下去了，嗯，连桌椅板凳啊，嗯，连他们家的衣柜，连人全漏下去了，全漏下去，很深的个大坑，对，很深。现在这种现象，我听到一个同学告诉我，也是山东那边同学，他说他告诉我一个事，有一个沉下去的人，30米，30米十层楼那么高啊，看不到底。哎呀，我说怎么会这种情形？他真的不是假的。还有一个是汽车。啊，开在一个地方，刚好他们人下车了，突然下去了4米，那吊车都吊不上来。啊，在这种情形现在很多，啊，没有预兆，突然来的，从来没听说过，在史书上没记载过这个事情。那从来没听说过，对，能不能是证明啊？我们现在造恶也是从，嗯，没错没错，到了极点，对，极点，现在造恶确实是到了极点，不到极点不可能有2012这个电影片发生，确实是到了极点，绝对不是编出来的，对，不是编出来的。我们看他那片子里啊，就像您老在4年前和谐拯救危机第一前，嗯，第一集您老讲的大地沉沦是突然的，对，我曾经过去看过一本科学书，是介绍亚特兰蒂斯。啊，科学家估计应该在5万年以前，地球上曾经这个物质文明啊，要达到好像比现在还要高。啊，他那个时候他们的能源是从太空引进来的，干净，没有污染，哎，所以像飞机、汽车的时候都没有染污。没有声音，那比现在高多了，所以那个时候人呢就醉心于科学了，不相信宗教了，不相信有上帝了，被这些迷惑了，对对对对，迷惑了，完全就是人能够真实人定胜天了啊，以为人了不起了啊，结果这整个大地沉下去了，就在大西洋，所以那个是叫大西沟，沉到那个地方，那叫大西洋啊，
美国有些预言家了，说将来大西国会浮起来，那些城市都会浮起来，会浮起来，会浮起来。可是这个浮起来的时候，欧洲啊跟美国会沉下去，所以他们也害怕，是是是啊，很可非常可能，因为他们潜水到海底下去看，有这些遗迹，有这些城市，有一些遗迹，它有城市，这是证明啊，那证明不错。那我们现在看呢，很多现代的这些啊，最严重的沙盗、淫妄啊，这些信息啊，确实是从美国那边、西方那边发布出来的。没错，没错，没错，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人一定要觉悟啊，人不能不觉悟。您老所讲这个觉悟啊，我作为一个采访者，我感受很深。在四年前，您老人家啊，也是坐在我的对面，您老就谆谆教导天下人要觉悟，要回头，哎，讲灾难的根源。对，现在和谐都做到第三级了，您老人家85岁高龄了，还在说这些话。但是我们推开门去看，看的人少啊，对，相信的人也少啊。对，相信的人不会遇到这些灾难啊，连这个科学家也告诉我们，像美国这个布莱顿先生，哎，他在那个2012那个电影里头啊，还露面4分钟啊，哎，我听人家告诉我，采访的时候是3个多小时，我讲了很多，哎，对，结果只用了四分钟，哎。那么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这是一个奇迹，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觉悟啊，在这个大的转变这个时代里头，都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就能化解。这是科学家说的，科学家说跟佛经讲的一样啊。他是美国人，美国人，哎，他是将来的世界会比现在更美好。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近70亿人呢，对，这个报纸、电视、杂志天天都在播相反的，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厂这几年呢，都在想，如果有一个国家明白了，他来做一个示范，来做一个实验，会影响很多国家，做一个典范啊。对，做一个典范，一个小区，对对，不错，小镇、小市、啊、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像您老所讲啊，他这个人性啊，他自然的就趋向于啊，对，没错。那么现在有个很尖锐的问题啊，有观众可能就问了，我学了传统文化，我做了好人了，我是符合人性了。对，我走到街上，很多人说我是傻瓜，嗯，笑话我，他、根本就不理我，哎，我没有看到很多人到我这个地方来，那么他要提这样的问题，还有的家长跟孩子说，你不要学那个，你去学竞争，你去学斗，学这个，哎，怎么，这个竞争力增强，他教这个，这个观念错误。你只要真正是个好人，你到任何地方，古人说的，必定有很多好的朋友的时候，跟你往来。德不孤啊，对，必有邻。必有邻。对，不错，不错。哎，你完全想错了。那我们一生做的，我们走到世界上好朋友太多了，走到哪里都有人照顾啊，跟他想的不一样啊。这我们看到了。对啊，甚至走到每个国家的国家领导人都愿意见我们啊，都想跟我们交谈，不是他想的，他想错了。我们这次来到马来西亚，看到这里的庐江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对，现在已经是办了3期了，对啊，蔡老师对他们在办这个，不错，啊，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学员是爆满，对啊，那么很多人就很期盼的，
他们也提过问题，提个什么问题呢？哎呀，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要到马来西亚来，他心里不是滋味儿啊！哎，这个文化没有界限啊，没有彼此，是人类共同的。啊，这佛家讲的说三宝啊，哎，共同的财富啊，共同的这个资源，应该共同的享受。没有分别，啊，没有。没有分别，哎，这个东西就是哪个地方有缘，哪里就成长嘛，就开花结果嘛。啊，就是印度，佛教是印度的，他到中国来开花结果了。这印度没有了，都是好事。真正的好事是不是到中国来了？啊，那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到马来西亚时候，也是个正常现象啊！啊，马来西亚华侨600万，热爱传统文化，这是语言呢，你不爱它不行听说这里的净宗学会也是全世界啊！啊，最多的100多个，哎，注册的。大概有50个，还有50个没注册。是他们有福报有缘啊，对对是啊，啊，那么多的净宗，全世界最多的，啊，而且就说此地这个华校，小学有1000多个，中学有61个，啊，那么他们的校长老师，过去曾经到庐江去学习，哦，先后大概有500多人，是。所以对庐江啊，对传统文化有很深厚的感情。啊，所以我们庐江说停课了，他们非常忧虑。我说那怎么办呢？怎么搬家了？我搬哪里去啊？那搬到马来西亚来。我说行吗？他说行，啊，我们来向政府注册，好像很快，大概不到2个星期就批下来了，不到2个星期，那就批下来了。那教育部长就批下来全称叫做马来西亚。了。哎，庐江那是庐江这个文化教育中心。原名就是上面加马来西亚，哎，那这一次我来，这个马六甲有个同学捐了一块地给我，13个英亩，比庐江要大100多，庐江算英亩只有5个英亩，5、6、30亩嘛，啊，他现在这块地和中国是78亩，啊，地大多了，我一看很好。他们想建学校，啊，建学校！我在当天在那想的时候，哎，我说我们这个名称换一换，不要叫文化中心，叫马来西亚汉学院。汉学院。哎，对啊，这个名称又好，这个内容也丰富，也大，啊，在汉学院。那今天我们跟首相见面。哦。首相今在，天上午哎，首相在这个他们画这个图嘛，啊那个效果图上啊，就签名，啊还签着嘱咐的话，啊，希望这个事情能做成功。今天上啊，午，对，今天上午，马来西亚首对相对对对，亲自签名，亲自签名，还有批示，啊，对，还有个嘱咐的话，希望这个做得成功。是当时给他一看，他当时就。啊，对，对，当时就在这个图上，签了名，提了字。这个汉学院的汉呢，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哎，一个代表。对，那能不能说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对，也是人类的啊，对，是传全统人文类化？的，全人类的，不错，全人类。因为他是不是说他讲的是人性，讲的是自然规律？对，对，对。今天我送他一套《四库全书哎》，这么大的本子，1700册就您后边这些啊，对，1700册。啊。我说这个汉学院将来所学习的内容就是这个，就这一套。这个汉学院呢，这个地方这么多的学生老师，他们都学这个，对，那个波动，按您老所讲，按佛经所讲，那是最好的。对，就桌椅板凳，不要错，说没错，山河大地，不错，整个这片山河呀，对，所以这个马来西亚乃至于马来半岛，将来都不会有灾难。祖宗在护持啊，三宝啊，护法神都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这天有福报了。啊，属下问我，马来西亚来过几次？我常来。他很欢喜。嗯，我们第一次见面是5年前，05年见过。现在很多人呢，就达不到这个高度，因为我知道啊，就是庐江教育中心能够啊移到马来西亚来，对，啊，也是因为丹斯里夫妇 啊，对对对，不错，他们的大慈善家，不错不错，大善事发的善行，不错不错，他们是常常听您老讲对，经不错不错，的啊，佛教徒，对。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他认识不到什么呢？有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您老常讲的。境随心转，不错，相由心生。山河大地没灾难，怎么会跟我的心有关系呢？那丹斯里夫妇他们有这个觉悟，对，将来可能因为这个汉学院呢，整个这个地区啊，对，都有不这个错，觉悟。不错，不错，我们大陆也可以到这儿对，不错，不错。当然，来听。啊。现在他们这个是这三期的话，大陆都有不少人来，有人来参加。那么您说这个道理是不是真的很难懂？因为现在核协拯救危机，我们已经第三不，期了，都在实际实在讲呢，现代的科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大乘佛法帮很大的忙。哎，确实，你这个宇宙的缘起、物质是什么、精神是什么，佛经上讲的是很清楚。我们智慧不够，所以看起来都是模模糊糊的，都是讲不清楚。啊，我在年轻的时候，40多岁。在这个佛光山，星云法师办的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做教务主任，我在那里教了10个月。我也有两个资深的老师，在家居士，一个唐一玄居士，那个时候80岁，年龄差不多大我们30、40岁啊，我老佛教徒啊，还有个方人，70多岁。我们曾经讨论《华严经》上一句话。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怎么解释？都讲不清楚。情与无情，对，情是有情种，就我们讲动物；无情的时候，植物、矿物。佛讲的时候，他们是同源种质，同质就同时成佛。那同意时，思对啊，我们成佛了，怎么物质、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成佛了？话讲不通啊！现在才知道，这量子力学给我们解释了。原来，再小的物质跟精神它是分不开的。哎，你精神提高到佛的境界，物质也是一样。所以叫那个时候土叫法性土嘛，佛像上有这个名词，但我们不懂。那你法性身、法性土，就这么回事情嘛。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想不到。不知道怎么连不起来嘛？就是精神和物质，首一先呢，体，它是完一全体，完分不全开的。是分不开。当精神达到了佛的境界的啊，时对候，对，是物质突变了吗？那物质肯定也都变了吗？都变发性土了吗？而且呢，这个我和众生还是一一体，体所以一体。我成了佛，众对生对，一切东西他都成，没法分没的，办法，那不可能我成佛了，他们这还不不是，错不错，是的，是这样的，讲得通。对，讲得通。哦。啊，随着这个科学越进，我相信啊，20、30年之后，佛教确实是变成高等科学了。20、30年的时对间，对，20、30年，佛教不会叫宗教了，高等科学。方先生介绍给我是高等哲学。现在西这个60年下来看着，真的是高等科学。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呀，最究竟、最圆满、最彻底，最科学的，对，是吧？哎，这个佛法也好，哎，我们也用现在话可以叫自然规律，是吧？对，不错，哎，人性也不好，错，天性也好，不错。那么儒释道它应该是相通的，通，因为您老讲了很多对，话，我们发现呢，它跟儒家的就像最低到。也不能叫最低，因为他是给孩子讲，是吧？对，《三字经》里边的，不错，哎，
人之初性本善的头一句话，那个性，对，指的就是这个佛性。不错，不错，不错，不但跟中国传统通，跟全世界任何学术全通了。那就不光是人之初啊，对，万物啊，是万物都是性本善，对对，能这么说吗？是的，不光是人之初，对对对，不错，不错。因为他同源种质，同源种质不错。对，我这是听您老讲，我没错，有一点感受。比如说，对，我听您在这个经教里讲啊，嗯，这个人的自信啊，万物的本性啊，对，纯净纯善，没错啊，古书上也这么写。对，那我们在生活中啊，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勉强打个比方，就像这矿泉水一样啊，纯净它没有污染。纯善没有一点不好，谁都可以喝水，谁必须得喝水，纯净纯善没有什么不好的啊，这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天然就带来的本性。对，是这个样子。对，本性不生不灭，永恒的，他们有生灭的现象。六祖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出来了，本质清净，他没有染污的现象，没有生灭的现象，没有动摇的现象，它是静的，是静态的，它不是动的。动就出了问题了，一动就出生万法了，这能生万法是它动，而动呢还不是自信动，自信永远不动。是自信的，好像是个影子一样，它也不离自信，这叫妄动。从自信里头一动，从自信里头变出一个妄心。自信是真心，从真心里面变出妄心，妄心是动的，真心是静的，就像这个影子一样。对，不错，不错，不错。那影子是假的？假的。所以在佛法里面叫妄心，叫阿赖耶，梵语，梵语称阿赖耶，这个东西就是宇宙的起源，也就是慧能大师幕后的一句话：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阿赖耶生万法。这个阿赖耶就是妄心，妄心，它是从真心里边生出来的，生出来的。那有人就会问了，这是自性。真心的本能吗？是真心的本能。他能生出妄心？能生，对。他有这个真心，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讲宇宙科学家讲的能量、信息跟物质，都是本性里的有的，只是不现。没有缘，它不现。佛家讲隐现。它隐藏，它不现，有缘，有缘就是动，这一动呢，它就现了。所以这个德国有个科学家，这是一个同学告诉我的时候，这量子力学家普朗克，他德国人，爱因斯坦的老师。哦，普朗克。对，他说的是，就是世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快速振动的量子组成，这种振动源自于意识。哦，一切法由心想生。对，那他是这个说法，爱因斯坦的老师说的。佛经上的时候，你看我们看到这个《菩萨出胎经》，佛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我们凡夫起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这不能很清楚啊。那他这问的时候里面东西多啊。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相，呢相就是物质，物质现象吗？有几时，时就是信息，就是意念，精神现象。对，精神现象。时就是意识的，意识的就精神现象。换句话就是它有多少个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就凡夫动一个念头，我们动一念心有所念。弥勒菩萨说，
一弹指，大概一念就是一弹指吧，啊，这么短的时间，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呢？32亿8000年。32亿，哎，百千年，百千是个单位，是百千是十万嘛？32亿乘10万，我们中国人算法是320兆。你看看，一弹指320兆个念头，念念成形，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发生，行见有识，每一个这个物质现象的时候都有识，都有这个意念在里头，跟他讲的一样，他没有佛讲的这么清楚，佛把数字说出来，他只是说，大概快速震动，快速震动，那快速到什么程度你不晓得，啊，他这个快速给你说出来，一弹指，320兆，就是震动次数，啊，那现在的科学都用秒算嘛，那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我相信有比我弹得更快的，啊，我年岁大弹不动了，啊，我能弹4次，啊，至少弹5次，要说5次就1600兆啊，一秒钟啊，1600兆啊，啊，这个频率啊，我们无法想象。我估计啊，最先进的科学设备也探测不出来，对，是啊，太快了，哎，但现在靠量子学家就观测到是非常快速的速度，哎，次数他说不了，这个太很接近了，很接近了，这个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大乘经教的这个说这些物质的来源，物质精神现象的来源就更清楚，完全吻合，更清楚了，就是世间万物一切的，那不错，都是从心想生，全部是念头啊，对，念头和没错，和物质结合在一起，对对，不错，不是念物质是念头生的，先有念头，后有物质，他这也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吧？这量子力学太承认了。那么您说，怎么能让一些更多的社会大众能听得明白或者能理解得了？这我相信科学会不断的在报告他们的这个成果，慢慢的时候大家都能够理解了，但是理解的时候还是一知半解，迷迷糊糊，你要能够证得，科学家是永远不能够证得自信，这是佛在经上讲过，因为我们现在人用心呢，都是第六意识，就是分别嘛，分别执着嘛，就是分别这个心的第六意识，他这个攀缘的这个能量非常之大，对外可以缘到宇宙，对内呢就可以缘到阿赖耶，就是今天讲的缘到量子，是啊，所以这个已经这个极限呢，就几乎科学达到了，科学已经达到了啊，再往深处讲呢，那就是自信，自信是缘不到的，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你就是圆不到它。怎样才能圆到呢？把妄想分别之后放下就圆到了。那您老这句话我听明白了。哎，现在人们呢，他就寄希望于科学仪器。对，科学仪器再发达，哎，看仪器的那个人呢，对，他那个心是妄想分别之后，没错，那个人有问题，没错，他永远也发现不了真相，所以不在机器上，不在，而在内心。对，他学佛，他明白了。对。用您老的话讲，就进入禅定状态。对，不错，能够看到啊，不错，这一弹指1600兆，1600兆的生灭，他能看到。哎，对，1600兆，没法子看出来，它太快了，你怎么计算法了？那有人就提这个问题啊，那么当年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禅定，所以他不需要用仪器，就是放下，你看看。佛家讲的佛陀、菩萨、阿罗汉，这是学位名称呢，三个等级啊，就像现在大学里头，博士、硕士、学士。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就是他不是上帝，他不是神。
那就是当年的释迦牟尼佛他证到了那个学位，没错，没错，佛的那个学位他得到了，他通通看到了，进入那个境界，不错不错，这个是什么？大乘经讲得很清楚，你放下执着，你对于事处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得清净心了，无量寿经上清净平等觉，你就得清净，清净就是阿罗汉，清净心现前六道没有了，六道是一场梦啊，假的啊，你梦醒了六道就没有了，这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叫你不要贪念不要执着，它有道理，它不是真的，真的你贪念情有可原，应该贪念的，它不是，你贪不到嘛，最后一场空嘛，啊，这个梦醒了之后又一个境界现前了，这个境界就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世界现前了，这个世界是分别造成的，分别也放下了，声闻缘觉就没有了，就剩下菩萨跟佛啊，如果说是起心动念都放下了，菩萨跟佛也没有了啊，那个心界在现前了，那佛经叫一真法界，这个实法界是假的，真的法界现前啊，真的就是大乘经教里面讲的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那是真的，那个里面的人是无量寿，那个里面的人是没有一点点烦恼啊，他是真的，为什么？他只有心现现的境界，他没有识变，没有，他没有变化，能不能说没有那个妄心啊？没有妄心，没有，他因为他没有放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没有，都没有，所以叫净土啊，那个是佛的境界了，最高境界了，其实不要到那么高的境界啊，哎，就是儒家的像弟子规的啊，十善这个弟子规没有出六道，哎，没有出六道，没有出六道啊，是六道里头的人天呢，哎呀，没出六道啊，那因为他执着没放下呀，他放下执着才出六道啊，还有执着就是执着的最终严重的情执，情执，嗯，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你不看破你就很难放下，看破就放下了，哎，所以进入这个境界之后，一切真正晓得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那个自性里面的慈悲自然就流露了啊，所以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对吧，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照顾的啊，决定没有什么求报酬求荣誉，这念头丝毫没有，自信里没这个，自信没有，哎，是自信里面那个爱，那是真爱，叫慈悲，平等的，没有分别的，啊，这就叫普度众生呐，帮助一切迷惑众生回头啊，啊，用什么？很多人用教学，所以释迦牟尼佛，哎，释迦牟尼佛一生，你看他30岁开悟，79岁过世。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放假了，天天在干，而且是义工啊，义工啊，义工啊，模范的老师，真是负责尽职啊！而且他老人家没有建寺庙啊，对，没建寺庙啊，不建寺庙麻烦呢。我们看今天很多的出家人都在建寺庙，他上千万的在建呢，对，是啊。他欢喜嘛，我是老师教导我的，我这个出家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他要我出家，我听话就出家了，出家之后要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就真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随缘嘛，哪里有缘哪里去嘛，丝毫没有牵挂，丝毫没有自己的意思，那没自己意思。你老人家所讲到也是佛法里边的，
非常知名的著名的一句话，就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些种种的灾难，天灾人祸，最直接的原因啊，就是人心呢出了问题啊，根本的问题呢，就是因为给教坏了。教坏了，在您现在看起来，哪个症结是最严重的？就它的关键是在哪里？教坏了，就人心现在坏掉了。对啊，诸佛菩萨、古圣先贤教导我们，信德的根就是孝，孝，哎，就是敬这两个字。你看，在佛法里面，大乘佛给我们讲三福，那就是大乘根本的教义。第一句话，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这在最前面的，后面才是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所以，孝亲尊师是根本。今天出在哪里呢？出在不孝父母，不敬师长，这就麻烦大了。剩下东西好都留下来了，没人教，纵然有人教也没人能接受，因为没有孝敬的心，就像吃东西啊，里面有病毒的时候，它不能够吸收养分，吸收养分就是孝敬。所以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这个我们在过去求学当中啊，很明显的能够觉察得到。一个老师教一班学生几十个人，程度不齐啊，有最好的学生啊，也有很差的学生。你细心去观察，那个最好的学生对老师有恭敬心，最差的老师对老师没有恭敬心，很明显呐、啊！只要真的有孝敬的心啊，个个都成就啊！所以这是个秘诀啊！啊，你怎么会学会？你怎么能吸收到？就在那看，所以老师看学生，这从前的老师。现在老师不懂了，从前老师看哪个学生将来能成就，就看这个态度，所以心态啊，诚敬，端正心态啊，哎，诚敬就是那个孝敬的表现呢、啊，就看这个东西啊，啊，所以今天教学困难就是普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这个真难。这是最大的一个麻烦地方，啊，其他的都不困难，就这个最难，啊，所以现在从小朋友啊开始教《弟子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真正能把《弟子规》落实，孝亲尊师的根就扎下去了，做人的根啊，做人根本，嗯，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传统文化学校啊、嗯、这些孩子们学了之后、嗯、一个星期啊、嗯、回到家里，嗯，哎，他父母没有学，嗯，对，两句话这孩子又回去了啊，对，所以按您老所说的这个庐江的这个模式啊，对，男女老幼，对，过寒过夜，过寒过一起学、哎、一起学、啊、对，除此之外啊，很难，所以这一个试验点就非常重要，你有这个点，你比如现在的时候这个宣传的力度已经很够了啊，到处讲大家知道了，知道然后就看他会一下就觉悟了。哦，他这也看到是大家一起这也觉悟了。啊，否则的话他看不到，看不到还是半信半疑。他无法落实。所以一定要有个榜样。嗯。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啊又出来了。就是说您老刚才提到这个诚敬没有，对对，他很难接受这个教育，对，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大时代下要推行呢、嗯、
要进行这么伟大的事业，嗯，啊，恢复人性，嗯，世界和平，对，那么要来推行者，就是进行教育的这些老师们，对，或者这些家长们，对，他们需要做哪些准备？从自己做起，从自心开始，你就能感化别人，你自己真正得到受用。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自己没有得到好处，没有尝到甜头，你怎么能教别人啊？啊，这传统文化真好啊！所以夫子《论语》开头两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快乐啊！人生最高的享受什么？就快乐啊！快乐人生啊，这才叫幸福美满。不在乎地位高低，也不在乎贫富，这个都不想看。你怎么样生活的快乐？啊，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与贫富贵贱不相干。就是这个人呐，各行各业哈，不管是做什么的，啊，对，他只要是学传统文化，哦，受益的，哎呦，这是他往人前一站啊，对，跟别人不一样，啊，不一样，不错。您老说这是最好的这个教育方式，啊，不错，他自己先受益，啊，对对对对，自己先受益。哎，你受益，自然就感动别人。啊，不必刻意去教去影响，用不着，自然的。早年我住在美国，我们这附近的邻居平常也不相往来啊，嗯，住上大概三个月之后了，哎，邻居突然来访问我们啊，问我们你们是干哪一个行业的，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啊，从来没有看到你们是板青面孔愁眉苦脸，你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然后为什么，你看他就来找来了，这不是刻意的，找来了就好教了。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学传统文化的，嗯，或者是一些学佛的居士啊，嗯，满脸愁容，嗯，常常发脾气，嗯，烦恼很多，没错，哎，比没学之前呢，嗯，不错，还让人可怕，不错，不错，不错。什么原因？这是没有真学，哦，没有真学，没有真学，没有懂得了。所以先要明理，先要明经呢，然后你才能修行呢。那修行的依据就是经教啊。你学的东西的时候，如何落实到生活，你就享受到了。啊，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那你生活都圆满了。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点，就他没有自己。处处都会替别人想，处处都会关怀别人，人家怎么不欢喜？他没有学进去，没入进去，就是那个自私自利障碍了。啊，一样老师教的，为什么他还放不下了？他本身那个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这个东西没放，贪嗔痴没放下，那就是障碍。所以首先要学着放下，放下一定占便宜，决定不吃亏。我们在平时啊，哎，遇到过这些人啊，向您老汇报，很想改好啊，就都提这个问题，我从哪儿开始？对，哎，我们就学着您老讲，对，从放下开始。没错，人家就问第二个问题，我先放下什么？我们说自私自利，他说你说的这自私自利啊，跟老法师讲的是一样，但是你给我讲讲具体，哎，你得告诉我具体的方法。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回答不上来了。很简单，嗯，起心动念想别人，不要想自己。哎，别人有哪些困难，有哪些痛苦，有哪些烦恼，你想他的啊，这是教他怎样入门。
我们念头这一转，你说想自己是私啊，私心啊，想别人就公了，公就平了，平就安了，安就定了。这一连串的，你这好处多了，你全得到了。那您老说先想别人啊，对，这是放下的下手啊，对，不错。那您说这个别人头一个是不是自己的父母啊？对，哎，也包括所有苦难众生，父母也是苦难众生呐。他做得再好，他出不了六道轮回，那这就是苦啊。所以六道里头没有一个不苦的。我们明白了，他还不清楚啊，他还执着，这执着还得随顺他的执着，这孝顺嘛，你得顺着他，你自己逐渐逐渐表现得很好，让他受感动。胡小林就是好例子。是。那胡小林从前跟他父母处的关系是非常不好啊。是。你看最后倒能相处得那么欢喜，哎，他就懂得了，啊，从来没有替父母想过。在顺着的过程中啊，去影响，啊，对，不错不错不错，你只要好好的做，啊，他会看得到，说你真的变了，啊，真的不一样了，啊，从前自私自利，现在会关怀别人了，是吧？我们看到有这么一句话，叫勿忘世上苦人多。对，所以很多人理解啊，他这是贫困人口，嗯，按照您老所讲，不是，不是，大富大贵的人苦啊。对，没错，因为他没出六道是吗？对，不是，他大富大贵每一天提心吊胆啊，比我们苦恼多啊，啊，他有那么多财富，怕贬值啊，怕灾难啊，天天提心吊胆的，啊，你说李嘉诚他都不能睡觉啊，都吃安眠药啊，我跟他见过面聊过天的，不快乐啊，富而不乐，哎，我们那天见面，我离开的时候，他给了个陈朗老先生说：“哎，他这个法师怎么没有问我要钱呢？”是不是？啊，他理解不了。对，我说我要问你要钱，我也哭了，我也不会乐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您老人家还不缺钱。不缺啊，是不缺，但是您老人家没有烦恼，没痛苦。对啊，有钱，但是也不痛苦。不，钱马上来就丢啊，就做好事啊，做掉啊。啊，我这次这个《四库全书》100套啊，50000美金啊。哦呦，很便宜啊，一套50000了。全部捐赠。啊，对呀，这到处送啊！你说这个多快乐啊！这是中国的国宝，灾难如何能够把东西保存下来，只有分散，到处都有，就不会散。你说古人没有这种印刷术啊，你说房山刻的石经，如果有个地震呢，它也就没有了。对，这个很难讲啊，但是你全世界到处都分散，就不会失掉。这是您老慈悲啊，为这个后世，啊，对，这是啊，要保存这些文物啊，对。我有钱就干这些事情，啊，绝大多数都是在文化上，用在文化上，嗯，最近经论善书，啊，做这个。我们很幸运的，能有机会跟您老，在一张桌子上啊，共进午餐，嗯哼，常常看到您老人家呀，我不知道边上的人怎么想。哎，怎么那么干净的一个人啊？因为我们见过很多老年人，嗯，包括大富大贵的明星，嗯，这个不用认。您看，您老金演播室从来不化妆，嗯，啊，哎，这个很奇怪，嗯，啊，大家就想知道啊，这个原因是什么？我别的没有做到啊，我就做到我那个四句话，常常劝人呐。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
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贪嗔痴慢难，要把那个度数降温。啊，年年降温，你自然就自在了。啊，十方供养很多，哪个地方供养归哪里，我一毛都不带走。啊，你说多干净吗？啊，大家都欢喜，也没有什么欢喜的。您老学佛有60年的时间了，6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嗯，您有没有一种体会，就是自己的这个人性的光明啊，嗯，越来越显发？对，有这个体会，自己清清楚楚。对，不错，年年不一样。很多学传统文化，包括学佛的人没感觉，他学了很多年没感觉。那他没做，学以致用，你学的东西要不能变成生活就没用处，你就很不容易变化气质。啊，而学的时候要有一个标准，有个模范，啊，你用释迦牟尼佛做模范。啊，我过去学佛，李老师教我学印光法师，啊，以他为榜样，以他为模范。啊，以后我教别人学阿弥陀佛，学无量寿经48愿，那个典范多好啊，这很难得了。那有人说我没有见到过这些佛菩萨啊，不需要见，他文字在此地，我们依教奉行就好，学会了你就是嘛，就是佛的样子，对嘛，你就是嘛。嗯，哎，这个下牢汇集的是真好啊！你要不然你要看5种本子，5种本子还很多复杂的，很麻烦，会把思想搞乱了。你看他老人家10年的功夫，不简单的，10年汇集成这个本子，我们得了大便宜。我们听到您老人家的经教当中讲过，全世界，嗯，只要有8000人，对，哎，是善人，对啊，或者祈祷也好，或者这个哎发大善心也好，对，大慈悲心，对，这个世界就能够灾难化解。对，灾难不能化解，是不会很严重，能减轻啊，就减轻很多。这个力量，8000人，那观众就问了：8000人对70亿人，对，啊，那人家他算不明白这个账啊。中国老祖宗有一句话说：“邪不胜正。”你这8000人是正，那70亿人是邪，邪不胜正。这个数字啊，是科学家提出来的。是，他们提出来就是世界总人口1%的平方根。哦，平方根。对，这样计算出来的。这个世界啊，这个灾难就能够。对啊，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的。那么如果这个问题要是提给啊，嗯，我们学佛人，嗯，啊，那学佛人如果要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这样的人，嗯，啊，能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呢？不能，不能，不能。那么您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一和八千有什么区别？那8000是集体的意识，嗯，那个力量大，我们一个人就好像一支光一样。一直烛光，这光太弱了，那8000支光集合起来，要是把它聚成一点，那就像雷射一样，那个力量太大，对，哎，那个连钢板都能穿过，人多力量啊，对对对对，所以人越多力量越大啊，所以我们从他这个说法之后，我们能够想到，如果像是1-2000000人这个都市啊，这么大的一个都市，里头有100多人的时候，能修的话，这个都市就能够学化解灾难。啊，照他那个比例来说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数如果越多越大，对，他的越大，他的这个
灾难化解的这个程度越啊，对，也越哎，越不错，越深越广，嗯。但是这个东西啊，祈祷啊，要知道治标不治本的、啊。祈祷治标对对对，治标不治本的、啊。你不是灾难是化解了，没问题了。如果你一觉得灾难没有了，大家不相信了，你们搞的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哎，过两年他又来了。我们的灾难就这样的，这个灾难应该在99年呢。哦，应该在十。对呀，对呀，你看那个那个是400年前，16世纪，法国的那个预言家诺斯多玛斯，世界上有名的，他的预言，在这个《世纪录》里头写的有一篇诗，啊，讲的1999年，后头就没有了。很多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啊，对，他们所以在那一年当中，大家都知道这个，就已经传了400多年，都晓得那一年每一个教徒，我相信都在那里祈祷，那就平安度过了。这个就是您所讲的啊，这个集体的意念的力量，集体的力量能够化解它。对，但是10年过去了，现在那他又来了，对。你的江本博士不是琵琶湖做实验吗？是，那他找了350人，找了一个老和尚，在琵琶湖那一个小湾区，那个湾区是死水，啊，20年，气味很难闻，肮脏，啊，他就在那做实验。这350人，大家了，把什么念头都放下。啊，念头集中，想一桩事情，湖水干净了。心里想，口里头念，湖水干净了，念一个小时。3天之后，湖水真干净了。所以日本的媒体都到那里去报道，啊，去采访去报道，真干净了，干净了6个月，半年，对。半年之后又不行了，这就治标，它不是治本呢，它不是永远被你干净的。这灾难也是如此啊！你看99年，大家都一起到没有了，没有结果以后怎么？以后人不相信，说是这个愿是假的，这靠不住的啊！所以作恶变本加厉，那后头又来了。来了再祈祷啊，又可以能够过去啊，但是后面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凶，时间就越来越短，那麻烦大了，一定要走这个宗教教学，教学是标本多治。那么就是在后来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对，您老人家倡导全世界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对，做中风三十系念，对，做甚至2年长的时间啊，对对对，这个都属于是，都属于祈祷，对，都属于是治标不治本，这不，对对对，我们这个讲经、修学，这是治本。就您老每天都要坚持讲的这个，啊、对，不错，这个是真正的治根本。哎，你看我讲天天要读经啊，你天天读，天天学啊，你就不会有烦恼啊。你就不会有恶念的，啊，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啊，天天跟古圣先贤在一起啊，啊，不受外面环境干扰，你才能保得住。如果你能把佛菩萨经典撇开，我相信一个礼拜心就动摇了。是，那就天天干。我的朋友就是古圣先贤，跟古人做朋友。那按照您老的开示啊，我们刚才明白一件事情，嗯，从99年到现在，嗯，很多重大的毁灭性的灾难没有发生，对，是因为有人在这个世界上祈祷，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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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讲经说法，不错，有很多的善人呢，不错，在支撑着，没错。但是您知道现在人，他不但不感恩呢，对，还说这些人，他说你是迷信啊，还要骂他，对，还要骂你啊。但是骂还得要干呢，要不干的时候，这就是救他了，他不知道报恩的，他还要侮辱你、啊。
那没有法子，还是要做。啊，骂尽管他骂，我们还是救世界要紧。这个太难了，做这桩事情啊，我们现在体会啊，可能很多党员呢、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外国的、中国的也好，在、他的官员他都很难做得到。啊，对。那么什么人做得到呢？我们有个体会啊，可能是有宗教信仰。没错，没错。做了好事，救了别人，最后事情还没结束，不错不错，还得挨骂，不错不错，不错，甚至羞辱你，这个是决定要忍受的。啊，他来骂我们，感激他来，为什么呢？把自己的这个境界往上提升了。他造罪业，把我们的往上抬上去了，去感恩他，不会怪他。啊，这是真的。您知道啊，就是现在这个世道啊，嗯，全世界都是啊，五浊恶世污染很重。对，我操，怎么能让这些人坚持住？因为他们要救灾难呢。对，这些人就是鼓励他要天天学习经教，不离经教。这一次我们六月份呢访问梵蒂冈，也是这个地方，马来西亚天主教的大主教、书记主教。他就管马来西亚这个地区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主教人很好，他给这个教皇写信，跟教皇推荐一定要跟我见面，所以这次活动是他发起的，就这个大主教发起的，是他这，所以就促成这一次活动。那么我随他们的团，做他们的顾问的名义去访问啊，跟这个教皇见了面，也跟他们这个主教团做了交流，要讨论这些问题，讨论是一个宗教问题，一个灾难问题。啊，过去多半我们讨论宗教没有谈灾难，这个去年这一年呢，大家都把这个灾难问题提出来，都提出来、都提出来。哎，我访问十几个宗教。都谈到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很顾虑的宗教问题上告诉我，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这个比例每年都下降啊，所以他们很担忧，如果像这样下去的话，那这个二三十年之后啊，这信仰宗教人就很少了，那就变成少数民少数人数了啊，很担心这个问题。我给他们建议，我说我们要想到宗教最初创教的这些人啊，像耶稣、摩西啊、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他们创教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的拥护啊，跟他学习，而且一代一代的传了几千年几百年，那这什么缘故？我说我们要从这里思考啊，那没有别的，你要是真正了解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社会教育家，都是教学啊，教学老师，对呀，都是教学啊。释迦牟尼佛教49年，穆罕默德教了27年啊，耶稣教3年被人害死的啊，摩西也教了20-30年，无一例外啊，对，都是教学啊，孔老夫子也是啊，对，都是教学啊。我说是这个宗教教育重要啊，他留下来的经典他不是念的啊，是要让你学习的，哪个宗教经典都是叫你学习的，不念有什么用处呢？啊，你真正要把它做到落实在自己生活上，那才是真正的信徒。现在我们装搞仪式啊，实质丢掉了，所以麻烦出来了。超度法会啊，在讨论很多，对，通通那都是祈祷的，祈祷形式上祈祷的，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啊，我这个谈话他们也非常赞成，啊，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就是全世界每一个宗教都要致力于教学，要研究经典，特别把经典里面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多多的来学习，
多多的来传播，因为现在的社会，一般人批评宗教是迷信，是宗教，这个教是宗教，啊，认为他们对社会毫无贡献，那这也是说的真的，我们拿什么来去祈祷？祈祷他不承认了，是吧？你说祈祷灾难化解了是真的，他说你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灾难，你胡造谣言。你没有话回答他，你拿不出证据出来呀、啊！所以，那么如果宗教搞教育，我说今天全世界的教育，我在梵蒂冈跟他们谈了，你看看，从幼儿园到研究所，所有的课程，各个阶段课程里头没有伦理的，是，没有道德的，是，没有因果的。对，那我们宗教教育把这个东西补出来。宗教教育对社会就有很大贡献了，那大家就欢喜了，那怎么会不来参与呢？但是能做到这一步的，有这个能力的，应该是政府。每一个宗教自己要去干，政府才会响应。对呀，你自己做不好，政府不重视你；你真做好了，把社会上许多问题解决了，政府重视你。今天社会问题从哪来？就是缺乏伦理，不懂得伦理是人跟人的关系啊。是啊，不懂伦理，不懂道德，不懂因果，这样造成的。那我们把这个教育补出来的时候，这是好事情。那能不能说，不光是中国200年了，全世界性的，没错，这200多年来啊，没错啊，所有的各种宗教通通啊，都处在这种下降的，没错啊，这种趋势。对，这外国的这个200年上就是科学，科学最近这个200年进步太快了，所以大家相信科学，不再相信宗教了，啊，人定胜天，啊，天是假的，现在人的能力超过上帝了。他也这样说法。我们现在翻看那个字典上啊，他的注解也是有问题的啊，人定胜天，人一定能战胜自然界。不错，错了，这个解释错了。在中国古人讲人定胜天的意思，人定下来，你的智慧能力就能超越这些自然，是这个意思，那就禅定了。人要定才能升天，那这个解释错误啊！我们现在是在马来西亚庐江传统文化中心，可能推开这个门啊，到街上去啊，全世界哪个国家啊，都很难让人定下来啊。不错，一定要定下来。那么，在您老看起来，这8000人好找吗？8000人应该是可以找得到。我们都是在从宗教里下手，宗教里的确确实实有真正修行的人啊，虽然不多，他真有真能产生力量。那么我们在刚才请教您老人家，您提出来呢，《三字经》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呢？对，它不是善恶，不是对立的，对。他是讲啊，纯净纯善，对，就像这瓶水一样，不错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想做一个试验，请您老啊来鉴定一下，这是姜本身的实验。这个试验呢，跟他那个有点不一样哈。比如说这是美国的，这是一杯自来水，对，它也是纯净纯善，像一个美国人一样，对，不错啊。美国人的人性也是这样，对，不错啊。这是美国的啊，那么这个呢？这马来西亚，这马来西亚的一杯水也是纯净纯善。这是北京的，这北京在这边上。哎，这中国，这是非洲的，非洲的四杯水，对，就像这四个人一样，对，或者叫四个人性啊，全且这么一说，我们把这四杯水啊倒在一起，是吧？哎，把它倒在一起，我们看四个人性啊。都是纯净纯善，生来就是这样的。对啊，
这四杯水是平等的，现在倒在一起，对，哦，它成了一杯水了，对，成了一杯水之后，那么大家就要请教您老一个问题：人性是不是一个？是一个，就像这个实验一样，没错，是一个。啊，不但人性是一个，所有众生的心都是一个心。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没办法再拿出杯子来说这个是北京的啊，啊不错，这是我们美国的人性啊，分不出来，变成一个。不错，《楞严经》上佛有个比喻，把自信啊比作大海，把每一个众生呢、啊、比作大海里的这水泡。其实水泡跟你这个意思一样的，水泡在没有破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这四个水泡破了之后呢就变成就是一个大海一个大海这一个大海这就告诉我们性是一个是一个共同体性是一个共同体一个一切法的共同体是、哎、所以讲我们才讲加个生命这个生命一个生命共同体那么您老所讲的这个生命包括无情的，没错，矿物，不错，对对，山河大地，没错，没错，没错，都是这一杯、都是一体，都是一体，一体真的是纯净纯善，这是它本来的样子啊。对，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大家通过这个实验发现呢，四杯水，不要说四杯，对，比如全中国13亿人，13亿杯这样的水倒一块，还是一杯水，对。全世界70亿人、对，70杯水，对，还是一杯，不错。那么大家的问题是什么呢？嗯，这个实验，我们看上去啊，发现人性它是融合的，它是一个，对，天然就团结，没错，是的，能得出来这么一个结论，是的，天然人跟人是团结，对，不错，一个就是多，绝对没有分，这《华严经》上讲的非常清楚，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我们如果要是看了这么一个实验呢，嗯，确实有很多人呢很感动，感动，感动在哪里呢？是我们家四口人天天打呀，打成一锅粥啊。后来发现这原来是一杯水呀，对，啊，对。那么他们的问题就出来了：怎么让我们变成一杯水，这么团结，这么融合啊，这么和乐和谐？嗯，觉悟了就是一，迷了就二三，就是迷悟啊。你觉悟了的人说他再不会跟人冲突。你迷惑颠倒对他冲突的时候啊，他完全接受啊，他不会跟你发生冲突的。觉悟了就像您所说的就是恢复这四杯水。没错，没错，他这完全了解，他了解事实真相。你为什么会造这些业障，是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讲些什么，我曾经问过一个同学，啊，这个人是，早年了，大概总是40年前的，啊，他刚刚出来教书，啊，在大学教书，啊，他做学生我就认识他，啊，有个毕业出来教书，拿到博士学位教书，学佛，啊，在学校里面，台湾学校的时候。都有学佛社，有很多学生学佛法，啊，他在里面讲这个普贤行愿品，啊，他来告诉我，今年对学生课外课程讲这个行愿，哦，好啊，啊，我问他一个问题，啊，我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到底讲些什么？你用一句话回答我，一句话。哎呀，我是一句话回答我。他想了那个5分钟，想不出来。啊，一句话说不出来。他回来问我，我说佛经上有一句，诸法实相。这句话行，能不能代表？他就说可以。诸法实相啊，要是翻成我们白话就是。一切法的真相，真的，释迦牟尼佛一生就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这一切法就是宇宙人生，这真相啊！所有的包括万象，对对对，包括呀、啊，包括是，所以一切人无这个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乃至于虚空，整个虚空，佛经就讲这个东西。对，那您老提到这儿，虚空就我们讲这空气，不错、啊。他有没有见闻觉知？有，他要没有见闻觉知，我们见闻觉知就传不过去。我们这声音什么的啊？对对对对，传不过去哎，因为它是活的，念头就学传不过去，所以这就讲啥？科学家讲，每一个小光子，它都是于传播的。对呀、啊，就像您老所讲啊，啊这念头它是、啊、念头它也是在传递，啊、对，是传递。人有的时候它是意会，不是言传。不错不错不错、啊，那个是靠什么呢、啊？对对对，就是您所讲的这个虚空，它的见闻觉知。对不错，那就这四个字啊，就是诸法实相的四个字、啊，包括刚才您老所讲的，对，就是这个桌椅啊，不错，通通包括在里，通通都是活的，对，好的，通好的，啊，所以你了解这个之后，心开意解，你就不会再有分别执着了，你晓得分别是错了，哪有这个东西啊？就是。四杯水其实就是一杯水，对，是啊，啊，整个宇宙是一体，所以佛用这个心比喻作大海一样，那能说它是天然的团结吗？啊，是的，啊，连团结这两个字都是废话，都是多余的，啊，一体，啊，真的是一体，五道一以贯之，对，不错，都是一个意思，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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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您老所讲，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对没有二，那没有二是一，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对对，它不是对立的啊，不是对立的。那这三字经也讲的是华严经啊，是啊，所以汤恩比说、中国古人了不起，心量很大，能包容异族文化，那就是佛教嘛，传到中国来嘛，佛教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啊、用佛教来解释三字经，三字经就是华严经啊，字字都是无量意啊！啊，无论是什么书，无论是哪一个文，都是这样的，字字都无量意，它通的，全贯通的，就像一个电网一样，像电脑的网络一样，随便按哪个地方，全部都通了。那就是说，这个佛法呀、啊，它把一切、啊。都给连起来了，对，它本来就是本来就是连的，对，它告诉连个佛法都是假的，哪来的什么佛法，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佛这个字是觉的意思、啊、本来就是觉，为什么你不觉呢？因为你有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你，这是佛法，这不是佛法、哎、对，那不是佛法，佛法跟圣法是一法，不能够分，只有什么？只有觉跟迷，哦，那所以觉了叫佛法，迷了叫世间法，其实是一个。啊，世法跟佛法从哪里分呢？没地方分啊。所以很多观众啊，听您老讲经也好，看和谐一二集也好，包括到现在为止，发现您老啊一直在说两个字，就是教育。对，教育就是。觉和迷的分，那没错没错，受教育就觉了，你不受就迷了，而且不断的去学了，教育有初级的、高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位，哎，不错不错不错，一定要学，啊，要逐步提升，没有比这个觉这个让大家呀破迷开悟，破迷开悟、没有比这个再重要，没有别的办法。你看世界上宗教这么多，全搞教育啊！你细心去观察，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教育。我们这次有机会啊，到福建的这个开元寺，看到一副对联，上面写着：“此地原是佛国，满街都是圣贤。”这个如果人人都学佛啊，佛国。那满街都是圣贤，就没有战争，对，没有饥荒，不错，没有竞争、斗争、仇恨、对立，不错，确实如此。那就都是觉悟的人，对，靠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教育。这个，所以极乐世界那么好，他天天教啊，
阿弥陀佛是老师啊，十方诸佛是老师，都到极乐世界上课啊。到极乐世界没别的，天天学习，就上学去了。但是您知道啊，现在生活在人世间，在人间有一个痛苦，麻烦在哪里呢？离开这个地方啊，这净土啊，离开这个地方，在这儿这几天他是人道，他离开这个地方之后，他就不是人了，他又恢复到原来的本来面目了。我们见到很多学传统文化，学包括学佛的，环境一变，但是环境恰恰是他左右不了的，很痛苦。对，那问您怎么办？这个就是习相缘的啊，三习性，哎，对对，习性的。如何能够不受外面环境干扰，这叫功夫。功夫是不是说你念多少佛，你背多少经，不是这个。定啊，持戒，不错不错不错。你能够持戒，能够修定，就会开悟了。这一开悟，这诸法实相就明了。那个时候你心开一解，那就真得大自在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你就体会到了。这个人人呢，每个家庭呢，都想要这样的，都很向往。对，我们就来问呢，环境我决定不了啊，那怎么办呢？我只要是这个放下了，不是放下事，是放下心，心里头没有执着，事。事不妨碍啊，事事无碍啊。碍的是什么？碍的是你的观念，你的念头，你对这个事物有执着，你想控制它，你想占有它。你对它起贪嗔痴慢，障碍在这里啊。那学佛的、学传统文化的很多人也有这个特点啊，是啊，他执着啊，对，是执着，控制啊，对呀、啊。这个在佛门。这个学要是有这种心态去学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他得不到，那有可能还会破坏这个传统文化啊。对，不错不错不错，我他得不到。所以学习的人多，成就的人少啊。那佛法更是如此啊，佛经上有啊，学佛的人像鱼子一样，那个鱼的人像，他叫修佛的人多 啊，成就的人凤毛麟角。哎呀，成就的人太少了。那关键是呢？关键就是放不下嘛。心里是真的有多难？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真的就是，你要是一下放下了，马上就成佛。就凡夫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一念，念头一转。那慧能大师不就是一念吗？又不认识字，又没念过书，讲堂里的一天经都没听过，禅堂里头也没有去参一个重点参禅，都没去过，就在对房里冲米呀、破柴呀、做义工做了八个月，他成佛了。他怎么成佛的？人家厉害，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了，放下了，对家庭的幸福啊，事业的发展，没有妨碍，没有一点妨碍，反而更兴旺。为什么？你都明白了吗？你不要去用脑筋去想去了。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这么一个，污染很重的这么一个环境下，还是那个人，很多人来问我们的。要是放下的话，在事项上，您老讲过呀、最喜欢的给他放下，最讨厌的给他放下，不生欢喜心，不生嗔恨心，在事项上，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完全可以这样修，可以，你要不怕死。明天没得吃，念佛往生，
要有这样的决心。如果还考虑明天生活、明年生活，那你就又回到反复去了。啊，这个随着大仁、大智、大勇啊，这是大勇啊！您老人家这么多年操心过这些问题吗？想过这些问题吗？我最初就不想这问题了。我这个不想问题是有个根，抗战期间流亡学生，真的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活，这逃难嘛。哎，可是那个时候社会好啊，几乎无论到哪个地方看到逃难的人啊，人家都帮助你，主动来照顾你，帮助你，所以真是感恩呐。这现在这种人少了。啊，但是真正帮的人也都是很穷的穷人，啊，家里剩一点点东西给我们吃，啊，我是过过那样的日子，8年了，啊，所以知道疾苦，啊，所以一生节俭，不敢浪费，啊，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这个习惯。啊，所以对于很清苦的生活的时候都感觉到很快乐。啊，远离奢侈，你心就会定。你要是像现在一样追求幸福、追求享受，那就要乱掉了。当大家这个心念呢，都是追求吃喝玩乐，对，啊，就现在这种处事的。这种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感觉就好像是那个无线电的那个网一样，在天空啊，不错，在这个人间呢，不错啊，密布。对，这个整个的山河大地，我们住的楼房，没错，我们看到还有那个新闻，楼房自己都倒了，对，是吧？对，哎，这种灾难呢，嗯，全都出现了。对，还是我们刚才讲要化解这个灾难，对，8000人也好，80000人也好，对。唯一的方法，对，是儒释道，不错，还有其他宗教的这个教育都可以。最重要就是清净心，清净心。嗯，其实每一个宗教修行呢，都是以清净心为目标，而用的方法大致也都相同。那第一个就持戒。持戒养成习惯就不是难事，就很容易做到。啊，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生活很容易啊。你看你每天就吃那么一点点东西，啊，一件衣服像李老师一样，一件衣服穿30年，戒俭戒神惯了，啊，干干净净，里面的衣服。我们到以后才晓得，老师过世才知道，里面都是补的，啊，补了再补，袜子也是的，这都得自己干的，没人知道啊。啊，有人送衣服给他，他都布施掉了。啊，看到别人没有的时候，他就送人，转手就送人。那么观众如果要是看到这里的话，我们头一集啊，嗯，要接近尾声，嗯，主要讲的就是啊，哎，今天的人类怎样面对，必须要面对这个2012这个问题，嗯，大劫难的问题，嗯，那么大家也听明白了，嗯，啊，确实是人心的造成，对，我们说了4年的时间，用3集节目来讲这个问题，啊，那么现在大家，您刚才谈到了要清净心，对，要恢复人性，对，恢复到啊。这个纯净纯善的状态，嗯，各国的政要会提这个问题，嗯，老百姓也会提这个问题，嗯，那社会怎么发展怎么进步啊，嗯，那我们要享受啊，嗯，我跟你说社会今天发展享受啊，不是大问题，大问题这个社会要毁灭啊，我们今天真的像布莱登所说的话啊，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是拯救社会。
拯救地球，应该做这个。啊，是享受要紧，还是生命要紧？那你去衡量一下。那如果重视生命，我们少吃一点东西，还能过得去啊。啊，我现在这个半年多的时候，我晚餐断掉了。有人说：“哎，法师，你是不是吃五？”我说：“不是的，我也不是吃鸡。”那你为什么呢？我们听说粮食危机啊。粮食危机很可能呢。你看，现在天然灾害这么多，收成大幅度的一些降低。那我们看了报道，中国东北是全世界小麦产量最丰富的。去年的时候减产了三分之一。你这个都麻烦了。泰国是产米区。也大幅度的欠收。是粮食危机的时候，我少吃一顿。真正危机现前，我一天吃一顿。那我在这练习啊，很舒服，很自在呀。一点点东西就能够维持。能量的消耗，这个我很早就知道。我跟李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晓得这个东西，能量消耗啊，95%消耗在妄念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如果念头少，身心清净，消耗能量就降低了。所以阿罗汉一个星期吃一餐，辟支佛半个月吃一餐，他心定啊，他消耗少啊。佛子当年在世，他这个僧团每天吃一餐，日中一食。日中一食。我过去跟李老师在一起，李老师日中一食，我跟他在一起连这个都学他，我日中一食5年了。身体很正常，没有毛病啊，你一生没进过医院呢。这个自在啊，快乐啊，不麻烦了。越是简单的生活，你就越快乐。不但是快乐的，而且是安全。安全，安全。不吃零食。现在吃的东西很可怕了，因为它都有农药，都有化肥。那个肉更不得了，肉太可怕了。那东西吃的时候，人能不生病吗？我是4年前到山东庆云，齐素平招待我，地方领导也非常欢迎，带我去看一个养鸭的一个厂。我就看了，这个厂里面的主人递了个小鸭。放在我手掌心，跟我手掌心一样大，这么长，一样大。他问我，他说：“法师，你看这个鸭出生几天？这么大鸭，我估计至少是1个星期到10天。”他告诉我，昨天出生的，我就带了。我说：“你这个鸭子长大拿去卖，需要多少时间？”2个星期。这还得了吗？北京烤鸭1/3他们提供的，这是吹气吹大的啊！全部用的是化学饲料，激素，吹起来的，对，吹起来的。你这等都能不生病吗？这个3000多年前佛经《无量寿经》上就讲因果，因果是毒啊。跟上面讲的，所以以后我就告诉大家，不但鸡鸭不能吃，你蛋都不能吃，太可怕了所以现在这个奇奇怪怪病这么多，病从口入，不能，这是真的，一点不假了。那您说把这个整个经济速度降下来，大家减少消费了对，是
哎，那世界就和平了。那很多政治家，各个国家的政治家，他们不同意啊。那我要经济要发展呀、啊，我要。不，他发展的时候，这个大灾难收拾啊，解决大问题啊。啊，这个灾难虽然科学家提出这个，没人能做到啊。气候扬善谁肯做？改邪归正谁肯做？啊，他不能做的话，那就没法子。人家提出是一个应对灾难的方法，告诉你了，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那我们今天已经把它变成生活了，应对灾难。啊，居住的房子越小越好，越小越好。对，这大楼会倒掉啊。地一摇的它又倒掉了，土地松软。对呀、啊、对呀、啊、嗯，越小越安全。那现在全世界都是高楼啊。对，所以麻烦大。化解的方法还是在改变人心。对，改变自己，端正心念，这是最重要的。一切从我改起啊！我们生活这么简单，身上不需要带钱啊，也没饿死，也没冻死。这个过去好像在香港，何守英曾经访问过一次，他提出个问题，讲这个自私的问题，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提出这个话，我告诉他，这句话错了，以后别再讲了。讲他还要承担因果责任呢。是啊，我说，孔老夫子没为自己，天没诛他，地也没灭他，释迦牟尼佛也没为自己，我这一生也没为自己。啊，这几十年来。天也没住我，地也没有灭我，我不是活得好好的，比你们活得还快乐。这一句话误导了许许多多人啊，这是错误的。为别人才真正为自己，因为是一体的。对，没，本来也没有。对，哎，如果为自己不为别人呢，那是真正不懂得为自己。你灾难来的时候没人照顾你，因果。对，因果。尊敬的老法师，我们第一集的这个访谈，好，非常感谢您老人家。